像没有了。好，欸、我关掉电视了。有，它有新模式。我们也是开台是第一次玩，私下已经有测试过了。那它的新模式就是下面写的那四个破冰跟分数超烂，我应该不会去玩。对、欸、对对对，喵哈喵哈，你已经要开始了吗？还没啊，我还没开台啊。哎、欸，对，要开台了哦，八点了哦，开一下。你要开始，你要跟我讲哎、欸、啊，我要让你介绍哎、欸，我开始水片、啊。还没啦，先等大家都开始，我再介绍。因为拿铁没有玩过，所以待会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啊、就给你讲了啊、哦。好、嗯，我们就开始了。随便随便直接开始啊，所以哲平直接开始，直接开始玩，你不开台，开了，我不开台啊。所以这边是拿铁、黑羽、繁星、奶油，我录影片啊，所以就是哲平录影啊，森森是来乱的，对，我来乱的，你加不进去哎、欸。哎，你临时把人家抓过来，然后加了七个人，哎，你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哎、欸，刚好我们头像也都不一样。你好意思？因为我跟他很熟了，认识15年以上了。好像是。然后其实他讨厌你15年。我哭。没被发现。有心结15年，那也是蛮久了。哈哈哈哈都开了吗？开了。等你用，好，等你奥运开场，奥运开场，奥运开场要怎么开场？我要点圣火吗？你要模仿，你要那个、啊，你要那个、啊，五十个 logo 啊！运动员宣誓，你要宣誓入场啊，宣誓致辞、嗯，你要运动员宣誓，我喵哈，2021年7月25日，我要承认一件事情，奥运开场的时候我完全没看，因为我那天非常难过，因为我那一天的时候，我家附近的一个开了40年的面店宣布倒闭，我超难过，我就直接躺在床上看我的动画，我会躺在床上哭哎，我以为你躺在床上哭，我看到那个消息比我麦快被盗账号还难过哎、欸，就是我家开了40年的一家店倒了。你知道吗？我超难过的。不是，你现在难过，你终于要跟我们去别的地方吃饭了，是吗？哎、欸，你们知道我们每次跟喵哈约地方吃饭，阿、啊、都要在他家附近。对啊，都在他家附近啊。不要那么异口同声，而且还是不同拖的。哎、欸，对，阿都，你要约，你要约，也这样讲。你要约把他约出去啊！我要讲一下，你要不能说放纵他。我跟森森会约别的地方，因为森森更多，他是住在北车附近，他那边更多。可是北车那边就还好啊，没有，我感觉比较常去你家那边。那边有一家日本料理超好吃，而且那一家店的位置超少。Okay, 可是我不敢讲出来，因为那个讲出来就完蛋了。那你应该要担心，今天是不是快倒了？为什么就完蛋了？是因为讲出来他已经够难抢位置了。如果我讲出来的话，我就吃不到了。哦，他真的很谢谢喵哈带我们去吃，谢谢喵哈请客。现在在讲是哪一家？谢谢喵哈，谢谢喵哈请客。耶耶！谢谢喵哈，谢谢喵哈，就当我们来，就当来陪玩的费用哈。对，我今天陪玩，然后他之后带我们就是请客。謝謝对，我又吃了一碗味噌汤了。味噌汤应该是免费的吧？耶、yeah, ，说到请客，请客。好，我们现在来。哦，开始录了吗？你还没开始录，我以为你早开始录。我还没开始录啊，还哪有啊？那你可以按一下，反正按就好了。哎呀，各位，我们今天跟一群疯子玩游戏耶！好，哦，你也太着急了。宿醉，因为我们的观众应该还是会不太熟我们的声音，我们就照着网页上那个左边的顺序一个一个介绍啊。我是喵哈，下一位基隆碧卡奶、啊，厉害吧？我是碧卡所的传人呢、欸，拜托，屌丝。那、啊、你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吧？话我们看不懂啊，奶油啊。啊！观众不知道、啊，讲的好像大家知道你是谁一样，奶油、啊。你是碧卡奶、欸，你不会写那个名字吗？今天跟谁玩，跟谁玩之类的。我不会、啊，会啦，对啊、会啊。但是问题是你其他人，你还是要介绍给观众哦。你好懒哦，而且重点是你拿奶油搜不到你的频道，我给你介绍，都给你介绍就好了，都给你介绍。我又不叫奶油啊，随便下一位不理他，拿铁啦，好不要理他啦，不怪，跳过他，真是哦。老师，我是拿铁，你们在 YouTube 上应该也收不到我了。你会变另外一个拿铁。好几个，我不喝拿铁，什么之类的。
哎，你就烦心了。下一位，下一位。但从上厕所，就你呀、啊？啊？嘴这么凶，现在你不讲话？不是阿凡心呢？我讲完了、啊，讲完了。啊？那是凡心的声音。我讲完了、啊。对啊。凡心的声音怎么变这样？没话被完美攻回去了。是有心结，我真的觉得你们有心结。完了，声音怎么样？没有，现在已经跟两个人有心结喽。欸太久没听到是吗？哪有啊？就这样，耶，耶屁呀！我来帮前面的介绍，我记得奶油的本名叫做我记得拿铁是那个零啊、没事啊，不是啊，你没有一个字知道的、欸，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我没讲，因为他没公开，我忘记。我们的奶油有没有公开了？你还是闭嘴好了。我也觉得你还是好了啦。好，这就是我们的三重上厕所。Hello， 三重吃客魔。哎、欸，我今天没迟到，干。哎、欸，对，哎、欸，对，哎，我今天五分钟。哎，你们这样害森森超难接。为什么？不会啊，森森安安。他是被我临时抓过来，那稍微介绍一下，他是画那个 IG 那个图文，到底要讲图文作家，嘿，那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有一个小动画，应该是搜得到吗？你是森森星球还是什么东西的？哎、欸，对对对，森森星球，哦、不记得，不记得，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叫森森，好不好？我认识15年，我就怀疑他一定是讨厌他15年了，好不好？已经不爽。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我们直接从新模式这个开始好了。那新模式，我要稍微讲一下新模式动画。对，它是我们先画第一张图，然后之后下一个人会收到那张图变成半透明的，那你要稍微描一下那张图，再改变他的动作。简单说，假设第一个人画一个苹果，那第二个人可能想要画那个苹果被咬一口，他就描，要描、哦、描那颗苹果，然后之后再挖一个洞，然后下一个人就会接到挖一个洞那个苹果，你可能就长出一只虫，就还要再描一次的苹果画出一只虫。因为我当时第一次玩犯的错误是我以为那个图会延续下去，我就没有画主体，结果它是你主体也要画，只是参考上一个人画可以描这样子。哦，对，然后之后它就会以 input 的档去呈现。那、这个要定吗？定先不要定好，就随便大家画一个简单的东西可以接下去这样子。你们都有在课本上面画过那一种吧？就一页这样翻过去的，火柴人那个。对对对对对，类似就这样子。就是、你要画下一页下一页的那种感觉。加什么东西随便？对，就随便画，画简单的，然后让下一家可以去把它延续成一个 GIF 的动画。好难哦，后面好难。像刚喵他说的，你可能苹果被咬一口之后又变回去了。对啊，可以啊，就很好笑。那苹没有苹果在那边啊，被我吃光了，我就不用画了，对不对？哎呦，哎，可以啊，好像可以哦。还要我教你们，真是。好，那你们对要想吗？就直接开始了吗？哦，所以先玩动画片吗？对对对，就第一个就先很简单一个场景，之后你就要发挥你的创意去变化的场景这样子。好，没问题。好，那我的这部影片就是动画片了，各位观众，好，我们直接开始。来吧，耶！三二一，哇！啊，什么意思？所以画一个，直接先画一个。直接画个苹果。哦，先画一个就对了。好，画苹果啊，来啊，怕你哦。哦，大家都画苹果啊。啊，我没想法哎。我很努力的想要画简单一点，因为这样子你们比较好弄。那橡皮擦怎么拉大啊？哦，这个吗？下面。多简单。对，拿铁第一次玩的话，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但我不一定会告诉你。他想跟你有心结，他不想理你。他好坏啊！他怎么可以这样？他好坏啊！他怎么可以这样？他这张图会蹭流量。苹果是吧？我要看我这张图最后变成什么。所以每个人都有画一张就对了。对对对。他就是要接过去。我好想再加东西，但我怕你们画来不及哦。有得加了啦。我想加哦。加。你好想加哦，那你现在在哪里？我在家，冷死了啦。有烂笑话。好想加哦。哦，对，我顺便提一下，森森的笑点超低。哦，是哦。他到现在还没有笑过啊，一定是跟你有心结。他点滴都会笑的那一种。嗯，点滴都会笑，笑点滴，他笑点真的很低，笑点低，
那森森你要小心啦。嗯，这边很危险。这边很危险、嗯。你还是回火星吧。这样就可以笑了，哇塞，三弟耶！天哪、啊！哎、欸，森森，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天啊，小明走出去外面嘛，就是走出去家门，因为最近可能那个疫情的关系，很久没出门了。然后他一出门之后，就踩到一个东西，然后突然觉得脚很酸。那你猜他踩到什么东西？我猜黄黄的。是大便吗？知道。柠檬吗？对。对耶，你好聪明哦，是柠檬哎，因为酸。什么、啊？什么？柠檬酸？柠檬很酸、啊欸。他居然没听过这个老人笑话，好辣！可是他笑得很开心哎，怎么会？他还是笑出来了，他很捧场哎，他很捧场，他笑点真的很低，他人真的很好哎，他很捧场哎，我觉得他对你很好哎，真的、啊，对，好热哦，我傻眼了，我傻眼。哎，森森，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图文冷笑话集耶。谁真的画苹果？谁画这个啊？谁啊？靠！哈哈哈哈哈！谁啊？太神了吧！你也太崩溃了吧！我画的东西很简单，应该不是我。应该是对，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这应该是深深吗？哎、欸，太扯了吧！欸、为什么我要点这个？怎么会是他、啊？为什么画那么多个？耶、yeah.！我没办法用那个贴，是欸、我没办法用填满，不能不能用那个，不能用那个，不能油漆桶被禁止了。不能填满，我刚刚试过了，被编掉了。对，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我要慢慢涂，操、欸！没想到现在你要慢慢把它涂满。没想到这边也有人是这个中毒的、哦，厉害喽！妈的、欸哇靠，我画好难画，我画成这样，我要被那个人打死了。妈打妈打，我被那个人打死了。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自己家啊？自己家，对，要自己家。你要，所以你的主体要描一下，不然他下一应该是要改变那个，比如说什么表情或动作，对，微调会比较好玩。微调，了解。他之后就会把它串在一起，变那个 GIF 的。对，完蛋了，完蛋。我也去买一个绘，我也去买一个绘图板好了啦。德平，买了啦。你是不是在画第三个笔画只有三的？啊？你是不是在画三个字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哦。第三个笔画只有三个三笔，对不对？没有啊，你要好好画，不然你会被抓去打。我知道，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要被打了。对，你要好好为了他买绘图板。值得吧？哎，我觉得我蛮有创意的，刚好好笑。我被打了，这什么东西？我还想说会不会刚好你抽到、欸？哎，就是我，就是太猛了。哎、欸，还没画完呢，不要啦！太慢了，太慢了。你还有十秒，你很难画，你哭啊！你还有十秒。为什么深深到现在还笑不停？他还在笑酸柠檬吗？我觉得破冰没有，这不是破冰，这不是破冰，这个好难哦。就是，好了，我画好了，干完了，原谅我，完了，没有，原谅我，老婆，这就算小了，难了吧？怎么越来越多？哎、欸，他是不是会越来，他是不是会越来越快啊？对他时间好像越来越快，这个没有，这个让你慢慢这个没有吗？照理说没有，哦，难怪，嗯。这太难了吧！哦哦，我猜你用到我的那个了，对啦，折屏的那一个啦。不是，我跟你讲，流量就是要靠这个，流量要靠这个，好吗？啊，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好吗 ？OK， 靠这个，靠这个，靠这个了。我就被演上了。哎，你好聪明哦！那橡皮擦会把上一栋擦掉哎。啊？你不要擦了。对啊，你不要擦，不然把上一栋的那个描线给擦掉哦，你小心点哦。啊。上一栋照理说不会，之后不会显示在下一栋了，就是最后的时候。那上一栋只是给你参考用。我家的猫一直在搞破坏，我好想回头去阻止他。你画的动物了？哎呦，这个是三只哦，我要中风了，我想死。我想死。你刚刚在笑我嘛？对不对？你自己看。我没有在笑你。哦，你没有笑我是不是？对，我是唯一一个没在笑你的人。在笑谁？我按回放，完成了。
好扯哦，天哪，好扯哦。哇，中风哎、欸！现在才快，我现在才快把鞭秒完。我就是跟你说吧，我刚刚也是这样啊。很简单。我帮你们做点、啊、做点好东西。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可爱。那我要加什么？我要加什么？好，我加点微调东西。超级留言之类的吧。我们流量就靠你了。对啊。这样，这一定是封面图，这绝对是封面图。对，这个就是封面图，没有问题。对。太可以了，那个就当封面图，我非常同意。好，这样应该可以吧？这样吧。对对，我再加点东西好了。好了，时间要到了，时间打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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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秒钟。说好了改变了，改了这个、啊。我这加了一点微调，就加了一点，一点点，真的就一点点。我不知道加什么，我临时加什么、欸。我临时太想不到了，这画的真的好像宝可梦。我要把所有的图都插上这个，我的标记。我怕，我要把你的标记给毁了。难的吗？哦，拿铁了是不是？看我这里在画什么？啊耶！是什么？我看不懂哎、欸。这三小，这个是三小。为什么？蟹吗？哦，这不是螃蟹，我看出来了。先照着瞄啦，先照着瞄。嗯，啊，差了，我不小心啊，算了。OK 啦。这幅画到底是想表达什么东西？是怪物吧。我来看观众有没有看出来，我自己看不懂。这个是那个吧？那个亚洲超人会用火。对，亚洲超人会用火。亚洲超人会用什么用啦？亚洲超人会用火是什么东西呀、啊？你们是哦，之前我有你们是之前都一直用这个是不是？不是，之前我有一个题目出。奇异博士这样，然后最后他被拆成亚洲超人会用。那这个题目是电影题目。哎、欸，各位，我完成了，谢谢你。太快了吧！啊，这个就火柴人。难了，我还在秒哎、欸，我甚至连加都没有加，我还在秒哎、欸，这个。我觉得，那我猜你，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你拿到哪一张图了，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等你下秒的那个都知道是拿到什么图，我也在秒。哎、欸，这一张有机会变成很当的图、欸，哎，好棒哦！啊，下来一点就好了，这样子。我现在拿到都还蛮正常的、欸。是我可以把它完蛋了，喵喵阿姨永远看不到最完美的时候了。我可以把它改成很母汤，就靠下一家了。我帮你们加点东西好了，我时间那么多。这是什么啊？眼睛吗？我觉得我画的好好笑、哦，我觉得死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们等下看就知道了。看这个超好笑，这他妈超好笑。我现在都醒了。看好可爱啊！哦，这是好痛苦哦。我才刚瞄完而已。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动画效果。好好奇最后的呈现了，你应该动不起来吧？你还要抽到，这什么鬼啦？算了算了算了，瞬间移动吧。买了三张，不错哎。晚点的东西了。来了来了，下一张图。下一张图，这什么东西啊？啦，哇，回来了。这什么东西啊？没有电话吗？不要给我出这种线条很多的好不好？我这次很乖，我画线条超少的。你把这个填满。抱歉，我为了流量牺牲你们，我下次不会了。没关系，没关系，就这一次了。我愿意接受这个流量。啊，可是那待会我要开始那个为了封面图了。是啊，不错。哎、欸，不要哎、欸，搞哦，你不要搞、啊，不要搞哦、啊，反正画不完哦、啊。不要为了封面图，拜托。啊，其实也可以啦，我就封面就直接下说，这张图最后会变成什么呢？啊，没有高手新手。我跟你讲，小光就是这样子用。那种高手新手这样子。出个 YouTube 吗？我没有电绘板，我只能用手绘啊，手绘画很久啊。我用裸机的滑鼠，不然就惨了，涂到死哎、欸！哎，我是用滑鼠啊。我觉得那个太阳根本没必要，到底为什么要加一个太阳啊？烦死！哎，你怎么知道我的标记呢？哎、你怎么知道都有太阳啊？太阳都是他的标记是不是？有个标记，那太阳山在画哪一个了？我每天都画到加一个太阳。我看到了。你要在那边加太阳啊？然后嘞。
我瞄人要干嘛？我瞄人要干嘛？按完成啦、啊，按完成啦、啊啊。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加什么，糟糕。不用加啦、啊。瞄了上一张是不是？哈哈哈哈哈！那个笔画太多了。哎、欸，这个不是照描哎、欸，这个要有动画呢、欸。你在你要有动，从头到尾都是照描，然后没有东西。有，我有另外加东西啊，我有另外加东西。你可以把它，比如说移到左右边，它也是一个动法啦。你看，糟糕，支撑小啊，哑巴，哑巴，哑巴。哑巴啊，哑巴哑巴，糟糕糟糕！好多加啊，隔壁第一排。哎、欸，刚好画完。好困哦，这个好难哦。加油加油，快撑过！但我玩到医药画葫芦才叫难。我觉得那个还好哎、欸，这个要自己想。真的假的？那個、那我要来医药画葫芦。没有，因为这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你要把它做成那个逐格那种感觉，你不知道后面要加什么。对啊。不会啦。讲动画师的伟大。嗯。好，就这样。好，先我以前还有玩过，还行。就这样了。算了算了啦。算了算了，就这样了。这是啥？我不懂啦。这个啦，我不懂哎，这个我不懂，这是什么？这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右上角接到一个人了，可是我已经看不懂这是在画谁了。那你应该，你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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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是啦，抱歉了，我的好友。哦，我好像知道了，这个是十四梗是不是啊？这个到底怎么涂？算了，不是啊，为什么都有太阳啊？太阳到底什么时候生出来的啦？太阳我都把它删掉了，但是有一个人乱加的。哎、欸，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太突兀了啦，突然生出来不行啦。就是你们可以接续太阳继续画、啊，看你们画什么。好、哦，来来，我知道，我知道。再多画几个。怎么会把上一栋给涂掉？我真的觉得这个动作很不解、欸。笑死！你是在敷衍我？没有，我在笑，我在笑。你是在敷衍我？他是听起来很像是夫妻之间会有的对话。夫妻吵架啊，你习惯就好。你是不爱我了？昨天那个女人是谁？那是我妹。妹，你最好他妈有妹妹。那是领养的干妹妹，干妹妹，干妹妹是没有血缘关系，对，随时都会变成四生的妹妹。靠腰，四生的妹妹，妹妹就这样，哦，就这样了啦，啊，就这样，好吧，加一个腮红好了。哎呦，昨天男的是谁？有时候我问错了，应该问这个。昨天男的是谁？谁？快说。你为什么沉默？来了，打中了，打中了。我要搞死他！我要搞死下一家。最后一幅喽。好痛苦，最后一幅。应该说，现在这个是倒数第二了，待会还有一个最后一幅。我真的好多水六嘛，还有一个七。我好了，我好了。对对。我懂了。OK 啦。干，我要点五百亿的。什么？我了啦！那什么东西鬼啦？东西啦！还笑屁笑哦！啊，我决定，我不懂，我决定，我知道要怎么办了。这简单了，这超简单。我画了三个苹果哎、欸，问号，就都是苹果了啦！好歹画个橘子吧。苹果，我有画了香蕉。你谁把苹果整个涂满了？很累哎、欸。那不是你哦，我跟你讲，那个是第一趴就涂满了。没有哈，我已经对你很好了，我帮你把那个苹果变小、欸，哎，不然它有没有更大的？肌肉男是谁啦？我这简单、啊，我不懂，我不懂。原来肌肉男有传承下去，是不是？你说肌肉苹果是不是？是肌肉苹果吗？干嘛？肌肉苹果。我们这一集这一个主题到底跟苹果有没有关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一堆苹果？这是到底是三小？这苹果怎么了？现在全部人都画苹果啊！没办法、啊，你刚刚就一直跟我们讲说怎么苹果长虫啊，然后就一大堆苹果长虫。我以为会避开举例，你知道吗？然后至少出现个啊，对，刚刚有出现香蕉哎、欸，有我画，我帮你画香蕉哎、欸，有香蕉吗？我刚刚画到另外两个哎、欸，
就柠檬跟你哦，被吃光了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我画到其他很猎奇的东西。我先画了一个超猎奇，我有画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苹果会有肌肉？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画哪一个。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有画到哎、欸。小心，敢不敢变一下？我不会，我想画上吊眼，但我不太会。我看一下啊。你就画一个月牙弯，然后那个眼珠往上点就可以了。哎、哦，这我画不完呢、啊。哎、欸，这个好画，我省略很多东西。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超快，我已经画完很久了。我画完了，画完了。我要来看 GIF 的，大家每个人还要解释一下自己的构图。嗯，不用解释啊，用看着就好了吧。这构图、啊、你来不及解释，因为它是 GIF 特档。哦，对啊，你也不用解释吧。哦，来，我们来看大家的杰作。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一些出成动图的赖贴图。我想画那个、啊，谁要买啊？来了来了，来来了。就是你变色龙，你就好想到动图吧？啊，怎么有太阳？嗯，哎、欸，太阳在他家的啊。哎、欸，没吃到，没中，沒中啊，中了耶，走弯了，树枝怎么不见了？对，有报仇，为什么长翅膀啊？为什么长翅膀？我不知道为什么长翅膀哎、欸，吞掉了，很开心，吃完了。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动起来了、欸、可以耶、哦、可以不错不错太突兀了啦可爱哦那还不错 啊再吃一个真的很好笑再吃一个来了碧卡奶哦原来就是你香蕉原来就是你花了都干嘛啊好烦的被吃了一口，吃青苹果吗？三个我要怎么画了？柠檬拍了，我被切开了，香蕉断了，被拔掉了，长虫了，长虫，长虫了，不要长虫。哎、欸，好多虫、喔，来不及了，长更多虫。嗯，弄错笔数，可以啊，只切了三虫，坏掉了，完事，偷懒。直接变偷白兔，好像也是了，虫吃完了，吃完了，白OK 吧？来了来了，是哎、欸，苹果，这是苹果，又是苹果，又是苹果，长眼，好可爱，好可爱哦，好可爱，好可爱，眨眼睛的苹果，咪咪哟，单眨眼，可爱可爱。为什么？欸欸欸太突兀了啦！到底是怎样？很嗨、欸！哇哇！忘记画腮红了。坏掉了！坏掉了！怪怪的！来，各位，我们今天的封面。懒猫子，懒猫子啦！你玩你在玩蛋，我要被懒猫子，我以为那个是眼睛呢。生气的懒猫子，生气。这是怎样？欸、那有变吗？一点点的。哎、欸，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真的完蛋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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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怎么好吃？苹果，苹果又回来了！什么用？苹果怎么又回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有些有动起来的感觉，完了，完了，有一部分接得很好哎、欸，对吧、啊？完了，完了，完了，要被打了！苹果，好认真，你在涂？抱歉，是我涂的。就是你在涂。要一个苹果，你在涂？我为什么要对苹果浇水啦？那又长虫了吗？对，每个都长。你看，我又缩回去了，然后又长出来。有吗？有长出来吗？哇！我严格怀疑你在开车。我就是说，希望我的下一家可以懂我。下垂了。因为我出门了，出门了。开车喽！哎，这个。这个很好，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我要存一下，这个好，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我觉得是有点东
终于有动起来了，终于有动起来的感觉了，有啦有啦。这是网球拍，哎、欸，你怎么只有一只手？那尺又网子，哎，三角，哎哎，往上移，三角，完全没有动啊！有往上移，有发现，有往上，有往上，有动一下下，啊，长脸了，啊，脸转过来了，哇，杀人网球，哦，好屌啊！哎、欸，走回来了！又太阳跑过来了，太阳被燕环巢哎，有哎、欸，有动哎、欸，打到墙壁是不是？这个很有，这个很有，还不错、欸，还不错。这个有吗？这个有打出去，有有有苹果，全肌肉男就变成，原来肌肉男就可以是这样哦、喔，太苹果了，救你，救你，救你！哦，这下好像是我，还很热。原来是你那边弯掉的，他杀了自己同伴，哇，好血腥暴力，笑死，好痛哦，哇，哇，好像地上血流更多，我看出来了，那个腹肌线怎么后来变成疤痕了？有飞起来哎、欸，我怎么有切一半哎？有哎、欸，虽然第一张图完全问号，这个什么苹果？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还行，竟然动得起来，有啦，有动起来啦，这魔扇蛮厉害的、欸，嗯，这里蛮真的有魔扇，对啊，我就说这很好玩，我要来飞起来有点好笑，我们要来一样画葫芦了，好啊。哦，其他的不是。一张，屌我们要来画什么呢？要画苹果吗？哼，苹果相关的东西吗？水果，水果。我们画 YouTube， 不要。我要当我的标题。我不要。不要，我不要，好多话。我不要。大家都拒绝他。拒绝。妈的，那我去倒水。操妈的，去倒倒水去。想想看有什么相什么主题？哲平，哲平，默契在这种地方。哎、欸，哲平，你想要出什么封面图？对啊，你有想要什么封面图？那个啊、哲子妹妹啊，我就知道你想要讲这个，我就知道。你除了讲这个就不会讲别的了，过人了。不然游戏角色吗？游戏角色好像可以，好像游戏角色完蛋了。游戏角色，游戏角色，我想看有什么游戏角色很机车哎、欸。哎、欸，折纸如果出成游戏角色，你就可以画它了、欸。嗯，对不对？哲平表示沉默。他不想理你，不理我。不是啊，不是他不是去上厕所吗？现在不是休息时间吗？我没按录影啊。上厕所是黑雨啊，那你可以录到底啊。是黑雨啊，我没有要他的意思啊。完了，心结，心结又要来了，又有心结回来了。我们要出游戏角色。游戏角色啊？游戏角色哦。游戏角色。游戏角色有哪些啊？游戏的东西真的很多，更多、啊、很多吧？那懂啊？里面挑出来吧。你想从你最近玩的游戏找算了。对啊，你不是在玩那个吗？宝可梦的那个吗？大木博士也可以画啊。宝可梦大集结。我问你说，宝可梦大木博士？大怒博士，大怒博士。哎、欸，对我们最近那个巧克团的梦游仙境算吗？不要了，没有了，那看不懂了。不要，好难哦、喔。当然开玩笑。我觉得这个模，我觉得刚刚动画片模式对我很好的地方是我不会忘记前面的，他可以给我秒。嗯，现在没了。对啊，对，拿铁，你没玩过一样画葫芦，但你知道一样画葫芦是什么吗？就照着画嘛，不是吗？对、okay, 欸，就照着画，可是你看不到图哦，就你图只能看一眼，你不能回头看。不啊，好吧。对，然后它右上角时间算在你看别人的图的时间、嗯，所以你不能看太久。我拍下来算作弊吗？对，算。可恶！我之前会那个直播记录到，我就按暂停。好，然后超级聪明，直播骇客哎、欸！我谁？我直播骇客。
哪？你们都 OK 了吗？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想好要画哪一只了，想好了，也是我最近在玩游戏角色，我也很会画那一只。如果没玩，不就岔赛了？没有，就照着画。你就照着画啊。他第一张是你要自己画，后面就接着画，这样就好。好吧，开始，开始。好，那我就开始喽。一样画葫芦，游戏角色。好，来，一样画葫芦，游戏角色，第二部影片开始。还有旁白，来来来，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是谁的。看我在画什么，会不会撞角色啊？不可能、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嗯，我觉得会哦。比如说像什么什么大战争之类的，不，好，我画那个，我画那个，我没有想到要画那个，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他以为你会画那个，那不是你频道主打吗？没有，但是我们哎，对，好白痴，哎，谢谢我的封面，耶！流量一定，流量制造机，太开心了吧！噔噔噔噔，这这部一定过万，超狂的！你上次开猫咪战争的那个直播观看是多少？不2000多吗？4000多，4000多人，超扯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做10年哦。我没有一次是认真开猫战直播了，我自己也吓到。猫战听到了哈，没有啊，他们本来就跟我很熟啊。对啊，那就宅舅父来了来了来了。好，各位，这部影片我要先讲个东西，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部影片我们要去看一下，这只到底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喽？啊，如果喜欢我们这种系列的话，记得去看喵哈的频道哦，还有奶油的频道哦，还有那个黑羽的频道哦，去给他们支持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猫咪大，你完了，你完了，完了，还有繁星哦，你猫账号的卡播哦。谢谢谢谢，哎，你不要把这个东西画成卡布。他说：“不，说明你骗我，你不是说这是猫咪？是猫这样子吗？怎么会变这样子？又猫这样的，好像。然后跟卡布联动啊，奇怪。哎，对啊，因为我遗忘了。对啊，笑死。完了，我挑了一个太难的东西来画我。”你怎么会搞你自己咧？我之前被搞过，自找罪受。哎，好像不错哎。后面的人也玩了。各位，你们应该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对啊，没错啊，很明显哈。我最近对这个角色比较熟悉。卡比兽。嘿嘿嘿嘿，很鬼。哎，你上次开台就是说玩自己的闷脚还是什么的，就是玩卡比兽。我画了一个太难画的角色，救命啊！是不是蛮像的，但是有点可怕。难道是大集结？我要画的像是鬼片了。这颜色怎么那么难调啊？我老婆在旁边看我画，看到笑出来，觉得很不像。哎、欸，这个是一样画葫芦，对不对？不是动画哈。对，对，一样画葫芦。好，太好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我希望我的下一家是黑羽。不要了，那他就毁了你的话。我跟你讲，不不不，我相信他会玩出更好玩的东西，因为他有玩过这个游戏。黑羽加油、啊！完了，这个肯定比我猜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太难画了。我害怕。我害怕，我要加在后面。那第一棒就死了吧，这样子。完了，我丢了一个太难画的。好奇哦。你是不是画奇异博士？没有，我不是画奇异博士。亚洲超人会用火。亚洲超人。亚洲超人吃奇异。又在亚洲超人会用火。不要在亚洲超人会用火了。连巴哈弹幕上面都会刷亚洲超人会用火。亚洲超人会用火，太好笑了吧！哇，真的是要，真的要谢谢喵哈哎、欸！我这部影片的流量靠你，真的还要沸腾你。那我就直接把它变成卡波，我都忘记还有这招了，对吼，笑死！流量保证，你该不会刚刚是讲出什么忍者必须死？不是不是，我要画洛克人、啊。那个应该没什么好画的，他、哦、就火柴人了。我只是要画霍克人而已。我觉得画的蛮像的、欸。
我画洛克人，结果我都没想到，对，放弃了，就这样了。今天比较早开，不要放弃啊，想想其他人啊。我放弃了，可以啦，就结束了。你放弃就会变嘎波了哦。就什么东西最后都变嘎波是吗？我的观众竟然有人猜得出来是什么东西耶，好猛啊！可以啊。来了来了，接续题。哎，那这个会越画越快吗？会。我靠！我靠！妙啊！啊！一定是你！我靠！完了，他会消失啊！完完，你不要让我们笑！他消失了啦！不要让我们笑啊！啊，这有点难，这有点难，这有点……哦，这好难啊！怎样？我白出的，完了。好了，我好了。太快了吧！你放弃了是不是？这个好快哦，这个画超快的，这不知道谁画的。那应该是我吧？完蛋了，忘记他衣服长什么样子，我忘记他会消失了啦！白痴哦！应该是忘记他会消失了啦。哦，我对格斗游戏不熟啦，他衣服长怎样啊？忘记了，你抽到我的、哦？对，我抽到你的了。哦，那他开胸襟到底开到哪里啊？这里吗？开胸襟是什么？完了，画太下面了，这好难，这好难。拿铁是不是画不了那个啊？上面的、下面的部分啊？我看一下，他有什么？哦，这谁好帅哦！我刚刚还在倒的图秒，就完全没办法，那个图太高级了，太难画了。可以啦，真可以啦。应该是那一款游戏吧？这是。欸，感觉就拿铁出的，嘴巴画错了。等一下，这不一定是，这不一定是喵哈哦，这有可能是繁星。没有没有，喵哈一定是抽到我的。没有，我抽到繁星的。因为他讲的关键词。我跟你讲，哎、欸，太快了，白痴哦、喔，完了，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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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是某一款，回了，回了，回了，就是动作游戏吧，我记得。完了，死定了。你说十八禁的小黄油吗？应该是猫咪在认真的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把换卡波就可以了。美丽猫咪大战争。抱歉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拿铁出的啦，这才是拿铁出的。这什么东西啊？完蛋了！这个风狼角，拿铁最近玩很疯的那一款。等一下，这难道是那个吗？是游戏角色还是动画角色啊？游戏角色啊，游戏角色。屁啊！有这个人。歪掉了。完了，歪掉了。欸、定了，有点小难。傻眼，这人是谁啊？好了，我只能我傻眼，瞄准他的神情呢。死定了，死定了！看，时间来不及。对啊，我觉得完蛋、欸、时间怎么那么快？我觉得我画的很少哎、欸，我画一点点东西而已，怎么时间就快没了？他会越画越快。对，越后面的加哎、欸，完了，白痴，怎么那么快啊？你不是要讲吗？他会越画越快，看得出来吗？还行吧。你只要尊重他，他就会尊重你。哎、欸，输掉，输掉。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是谁，好可爱啊！三小是三小，你只要懂他，他就会懂你啊。对你只要懂游戏，游戏就会懂你。哎、欸，完了，我忘记他怎么画了。哦，我有一个眼睛啊，因为我没有画完。完了完了，我把他画成这样，我死定了啊！原谅我、啊，我记得我刚刚只有这样。原谅我，靠！完蛋了！我记得刚刚好像，我记得刚刚好像是我这样，我是没记错吧？好笑！欢迎来到地狱。在笑，完蛋了！啊，笑！我猜他那个吧，完蛋了。妈，我对不起你，你有送我出去学过画画，我画成这样，蓝毛是谁啦？妈，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画？我去学的水彩，妈，白痴啊，这太快了吧？这是谁啦？我不知道，好笑，一笔一画，完蛋了。整集试试，完了忘记长什么样子。怎么样？那个会风吹起来摇摆的东西哦。还原嘞，好了，
好了好了，死定了，死定了！我觉得我画的不错哦，这张。太快了！哇、欸、哇，这是什么？啊，笑死！对啊，哦，这个我可以救哦，这个 OK。啊？不懂，照着画。这是什么？杏鲍菇？然后硬把它加成人的脸。是个杏鲍菇吗？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应该是杏鲍菇吧。好快啊！我除了杏鲍菇想不到其他的东西。有啦，他有比赞呐、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 了, 完 了, 完了！各位完蛋了，死定了！就是你！哇！谁、啊？就是你！没画到，是他哦。对不起。对不起，丹帝会不会太夸张一点？我真的你不要这样害人啊，喵啊！我真的，喵啊，变合同啦，喵啊！后面没歪，后面没歪，丹帝，后面没歪，后面没歪，后面没歪，第二个才歪，丹帝，他开始变成了不像水桶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是水桶，他一开始就不是水桶。我想说有谁把那个水桶啊？奶油出什么？这是谁啦？巫师三特啊！巫师三的杰洛特。哎、欸，抱歉了，抱歉了，各位看我根本画不完。对的，对的。什么东西啦？哲平，没办法、啊，都画不完了。该不会后面有人可以救回来吧？我这个眼睛，我想多了，我想多了。就给投了，米蒂，真的很可爱，米蒂，笑死！哦，眼睛变好看了、哦，巫师啦，啊，这个是巫师站在构图从后面往前的，喵喵，艾露啊、哦，是那个纳比露，纳比露，哦，他是那个《魔戒物语》的那个猫咪，我怎么不记得我画到的东西呀、啊？哦欸、我这个画，我这个画的还可以哦。好、啊，抱、欸、歉，抱歉是我，抱歉是我。哎、欸，我想说，抱歉是我，我还想说我真的拿到了嘞，还要雷的人。我怎么变这个？我还可以吧，我还可以吧。我的脑皮都炸了。哎，变猫站了。变猫站了，还是猫啊？还是猫？还是猫？靠！太难了吧！太神了吧！太难了吧！哎、欸，哇，好屌！哇，你们两个前面，这慢慢的。抱歉，我很抱歉。哎、欸，你们怎么连三个这么强的都在前面？完了，三个首先排在前面。哈哈哈哈哈！干！白痴啊！浪费一颗。忘了。哈哈哈哈哈！蛋啊，完了，不知我舞。来，各位观众朋友，重头戏来啦，我们来看一下，猫咪大战争会变怎么样？变成一滩烂泥耶！我知道变什么了，我没画到哎、欸，哎、欸，我没画到，画到，画到，我是接第二个。哎、欸，为什么没画到？哎、欸，问问看我啊。天哪！怎么变卡波了？就是你。哪里画的卡波真的很丑？我没时间哦。我临时忘记他的眼睛是怎么样了，所以就变这样。你竟然可以看得出卡波？笑死，卡波没了。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回来了，没了，没了。没了哪哪有回来？没有回来，好不好？你的上面是猫站呢、欸，哎、欸。他有回来，哎呦，梗梗梗，梗梗梗，这个我记得我有画到哦，这个会变整个那个猫咪大战争，这难歪吧？梗梗，这难歪啊，对啊，难歪难歪，哎呀，好可爱，哎，差一点就歪，你要干嘛？又猫站了吗？要歪了？不会啦，还在还在，妈打妈打。打没打的？有有哦有哦，负能量有哦，有哦有哦有哦有啊！我相信你的颜色是来不及涂，你的颜色怎么这么像挑染的、啊？不是啊，根本就来不及涂，好不好？后面时间很少哎、欸。啊！放弃！画这个啊不啊不啊不！后面会变亮子。我不抱歉，是我，一定是我，我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杏鲍菇、啊。我忘记他眼睛是长在头上面了、喔。难怪有杏鲍菇。难怪我刚刚说这是杏鲍菇吗？你刚说杏鲍菇啊？杏鲍菇。有啦，还是菇类可以的啦。还是菇类 OK 啊。奇怪的东西。可以啊，行。我觉得最强的是那个不知火舞那边。前面三个是那个，因为好像看得懂，这是2001年我画的东西，然后这个是2010年我画的东西，对吧、啊？绘图生长史，对啊，好猛，好猛。来玩，好笑。颜色真的很重要哎。我们来玩第一个出题，然后中间画，然后最后一个猜三明治。哦，三明治吗？三明治蛮好玩的，可是这你要找到一个大家的共同点才有办法猜哦。对啊，想想看，宝可梦，宝可梦很多很没共同点耶。出台啊！我完全没有在接触宝可梦的，完全是怀旧动画，太难了吧？我们，但我们的年龄差有点大吧？没有，他已经三十几了哎。你怎么讲出来？哦哦。哦，奶油坏，哦，好沉默。我们要玩，我想想看、哦。完蛋了。共通点，共通点是什么啊？很难欸，我觉得要想到的东西。对啊，我刚刚想到一个，可是我现在忘记了。Get， 你自己共通点都想不到了，死定了。动物，哇、哦！动物、啊，可是它是一个蛮简单的共同点。可是到三明治到后面好像没什么好变化性的耶。哦，我想想看，动物，鬼面之刃，哎、欸，现在都有看哦。都有看呐、啊。哦，昨天才看那个列车哦。猪油哭。后面一个小时都在哭。哈雷路。猎人嘞，猎人你们都有看吗？有，还等他，前面有看，还等他下船。那我觉得猎人应该可以耶。猎人我之前一直玩不成功。对，以王偏前吗？可以。以王偏前。哎、欸，抱歉，我只有。你这个很精准哎。我只认识米特阿姨，然后其他不知道。米特阿姨。那就画米特阿姨就好。不是，他、后面就不知道米特阿姨其他的啊。米特阿姨是谁？米特阿姨是谁？就那个、是米特阿姨吗？是小杰的那个小杰的那个阿姨吗？金的妹妹还是姐姐？是不是啊？对啊，妹妹，妹妹啊。哦，哎，哦，等一下我再想一下。你们是不是根本就不？你们现在只知道他在船上吧？哎、欸，我跟你讲哦，你知道其实最可怜的是雷欧利也在船上，但没有人提到。对，完全没有用，他超可怜的。是不是蜘蛛也在船上？殊不知蜘蛛也在船上。没有啦，蜘蛛没有在船上啦。有啦，蜘蛛在船上吧？哎、欸，没有。你是说床上还是船上？蜘蛛不知道有没有在船上。在床上我就不清楚了。蜘蛛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在船上。在谁的？没有，他们现在是他们那边的视角，现在是库拉皮卡视角，然后是跟他们工作的人一起去做调查，然后他也把他师傅找出来，好吧？对啊，工作人、工具人哎、欸。啊。啊，我知道了。那我们来出那个，火影忍者。你怎么那么喜欢火影忍者？你是火影忍者啊？那火影忍者后面要打字，我很痛苦哎、欸。火影忍者角色蛮多的、啊，不是啊？上次都画到日向哎、欸，你不觉得很屌吗？你知道我到时候火影忍者会变怎么样吗？我只会画他的护额。对呀，我只会画他的护额，然后每一个就是火柴人，然后上面带个护额结束。有人说阿姨是小杰老爸的妹妹，对啊，妹妹啊，对，对啊，所以是他的姑姑米特阿姨耶、欸，对吧、啊？米特阿姨啊。刚刚都讲米特阿姨了，米特姑姑，米特姑姑。完了，你的反射弧有点慢呢，刺客魔，死神，哪一个死神？哦、死神，我等一下，我现在随便问你，你如果你叫得出那些虚的名字吗？娃娃万劫后的哦，叫不出来吗？记不住，你是十刃吗？十刃，你叫得出来吗？那请问第八刃是谁？蛤蜊乔木。
蛤蜊母桥，蛤蜊母桥，蛤蜊母桥啊！还是你们有看《钢之炼金术师》？没有，裂了，没有，没有，没有啊！我只会画那个机器人。我们今天没办法打，我们今天没办法打字了啦，我们只能动画跟葫芦了啦。啊，没有那个、啊、那个什么迪士尼啊。皮克斯啊，哎、应该要问泽平，你有看过什么？这样问这样快表。Marvel 啦 ，Marvel 可以吧？啊 ，Marvel 可以啊 ，Marvel 超手啊 ，Marvel 是什么 ？Marvel 可以。噔噔噔噔。那 Marvel 是什么？那个漫威，复仇者联盟。哦，我没看，不过可以啦。可以啦，那个其实那个应该范围比较少，可我要出超人，特色蛮明显的。我想问 Marvel 不是烟吗？出 DC， 那哪有人画 DC？ 等一下，我就画小丑，反正都 DC 了，白痴哦，你小丑 DC 啊？好啦，我画那个神力女超人，那我画 DC 的。好，那个海底在游泳的那个，海底游泳那个是谁？我现在 Google 那个漫威龙源哦，对，水星侠可以吧？超人。會不會好啦，夜魔侠可以吧？可以，夜魔侠也不是，哎、欸，夜魔侠，哎、欸，夜魔侠也算漫威的哦，他好像是那个啦，那个啦，那个夜魔侠算漫威的吗？给你了，算了算了，他算了，他版权过去了吗？版权还没了，哦，我找、哦、，OK OK， 可是我 Google 到一个叫水智人的、欸，这是什么啊？水智人，哎、欸，好多哦，水智人，大家先想一下自己要出什么，先，哎、欸，三明治是画啊，出题。哦，我找到一个有电影有出来的，这个你们一定可以。等一下，我出这个漫威英雄的那个三明治，三明治是先打字。嗯。有这么多海妖野兽主教三角，你出一下那个电影有出来的，不要出什么水智人哦，所以我很好奇。好，地狱吗？连听都没听过。就至少他电影有跑出来啊，电影啊，那就那个啊，就那个甲虫啊，我想看了，然后锁死狗啊，你想出生是地狱猫啊，有另外一个神神，我想看啊，这个也很简单，出那个欢欢好了，谁是欢欢啊？欢欢是谁呀、啊？欢欢什么？欢欢刀锋战士，欢欢是 X 战警，可是他不起眼。刀锋战士也是漫威的、欸，你们知道吗？知道啊，嗯，不知道，这太那个，就是比较。欸、你们现在 DC 会听到电子音吗？有一个人有电子音，有一个人有，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吧。不是，刚刚好像是全部人一起。哎、欸，哒哒哒哒哒。哎，白痴哦！你知道它里面有一个叫做狼人，你知道那个狼人是谁吗？狼人是金刚狼、欸，哎，烂翻译。他怎么写狼人？白痴，我怎么知道？没有金刚的金刚狼啊，对吧、啊？狼人，他原本的英文真的是狼人啊，不是哦。然后结果是我们自己乱翻金刚狼之类的，那也太那个了吧。哎、啊，你们都 OK 了吧？第一个打字吗？漫威角色可以，漫威角色是不是？哎，那你们可以大胆的说那个了，亚洲岛辉，他又不是漫威的白痴，是漫威地球超人。好，那我们就开始不一样的东西，好不好？我们这关要玩的是三明治，是不是？对，三明治，然后漫威主题，谢谢大家，这是我影片。漫威的角色，要加动作吗？还是单纯人物就好？没有啊，人物就好，光人物就画。有人说狼人是香港翻译哦，翻译不是哦。哦，好啦，我要弄我，我很喜欢的。哎，等下要漫威英雄吗？是谁哦，喵啊，这一定是你！撞题了，我出很冷门的。哇，撞题了！不可能吧？这一定是你啊！不是，我出超冷门的角色哎。你就最爱他，你怎么可能？没有，我出的不是我爱的角色，白痴，我 Google 不到啦。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 Google 到是八点档啊，这长什么样子啦？八点档啦！这样可以撞题，我应该是跟喵他撞题了。啊，不可能啊！我出冷门角色嘞，我也是出冷门角色。Oh, 我出的这个东西跟八有关呢、欸。对，我跟你出一模一样的。你干嘛跟我学我啦？我跟你讲，我没想到有人会出这一支。我也没想到有人会出这一支。这样撞题，这样也可以撞。白痴，这也太好画了吧！我还刻意不出那种我喜欢的角色哎、欸，机车。真的哎、欸，我也故意这一支要做。那我有没有想出奇异博士的？
又要讲那个有些会员难画哦，这字好好画哦。哎，你们说你说那个奇异博士叫什么啊？你们刚刚出亚洲超人会用，亚洲超人对，好多人讲，真的假的？亚洲。漫威包含很多啦 ，X 战警那些其实都是，对、啊，一个战警啊，什么马萨吉 ，X 战马萨吉啊，对，死侍算吗？死侍是啊，算了，对不对？就 X 战警那边的，哎，灵魂画家哎、欸，有各位，你们看到他的灵魂了吗？那边就 X 战警，谁那边打乌的？其实谁出这次哦？这次真的 Google 出来都是八点档哎、欸，星矢超了也是八点档。哇，这可以吧？这可以啦！我很努力了，我很努力，我真的很努力。其实也没有说不喜欢这角色，其实也算 OK， 就是当初他出来的时候蛮喜欢的。屌死！我这个我这个一定可以去投稿那个乐高玩电影。你会被他们告。你会被告。我这一定可以，我不会啊，真的、啊，我这个一定可以。你们要相信我们看到就知道了，看出来吧，很明显吧，我把特征都画出来了。哦，我没想到真的跟喵，觉得我好像在画大哥的绝招，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救命啊！你给我画一个这个哦！啊？什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不是什么？这谁？哇，这不会是那个吧？来，哎。我们现在在漫威，对不对？对，漫威，不是其他的哦。哦，我现在好想回头看我的粘土人长什么样子。哦，你有买是不是？谁出这只啊？是他很难画哎、欸，画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角色。欸、完成。这个蛮明显的。突然发现我们的反派角色好多。我的观众开始在讨论漫威剧情了，他们就开始聊说惊奇四超人，然后死侍之类的，笑死！大家最喜欢漫威哪一部电影啊？那是钢铁人啊，钢铁人超帅的。我应该复四。好了，我画好了，看一下他的衣服。我应该是奇异博士，我觉得奇异博士很帅。丹娜，我真的画不出来，我刚刚真的画不出来。完美重现，哎、欸，这个还不错，哪有鬼啊？根本灵魂画家哎、欸，哪有鬼啊？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灵魂？就在那边。这个反派应该算漫威，可是他电影是……我知道你在说哪一个。对他电影是，是不是就是你出的？可是这个电影其实应该不算是漫威拍的。因为他角色应该算漫威的，对，角色应该算，但电影不是。对，嘿嘿，我跟你讲，那一题有两个。我查的那个角色，我刚刚画第一个角色，我查角色没有戴眼罩啊。那就是我画的啦，错，是另外一家拍的，那时候。期待之后会出。我画的他一点都不凶啊，完了。怕重点画出来了、欸。如果是电影出现，就不能出女洛基了。你已经把名字讲出来了。哎、欸，没事啊，我没有要出。他没有要出那个、啊。来，完蛋了！妈的！啊？干啥？啊！我知道这是谁。这哎、欸，这反派很多哎、欸，应该是这个吧。应该是这一只吧，好快好快，我都画到一样的，画到演员一样的，妈的，在查图中，啊，找到了，我要查。
我觉得查图没什么帮助的，因为他画出来的东西你查图。我跟你讲，你要查。你知道我上一个人画的跟那个柴犬一样，我根本看不懂他在画什么啊。你要查图要怎么查？你要查说你就是柴犬啊，对不对？我知道，应该是另外，我知道他在画哪一个，但是他不是柴犬样子。对，二零战是六个啊。哇呀，他是不是有六个啊？晚点才会大。加这两个。对，还没把敌人。这个我知道是什么啦，这个对，这个我知道，我应该知道是什么。哎呀，坏哦，坏真的很多呢。这个会被告吧？这个枪好坏哦。如果漫威看到，应该会告吧？谁会说每一次去告你啊？哎，日本最近就开始抓一些版权了，真的假的？画多画，赶紧涂掉。哪里是不是多加了一根什么东西之类的啊？是我加两根。你到底加了什么东西？其实这生物还真不好画哎，好麻烦哦。我把它画的好像反派角色，娃娃不是？吉娃娃。好笑。那个有看宫崎骏吗？宫崎骏《二零战警》也是漫威的，哇，太难了。宫崎骏我看蛮多的，《二零战警》也算可以啊。等下宫崎骏好像也不是漫威拍的，对，不是漫威拍，可是漫威的哦。不要啦，太多了。或者是出一些比较就是特征性没那么大，像是什么那个局长之类的，那应该很哈扣吧。局长哪有特技进不扣？对啊，局长超好画，好不好？妈的，超好画，特色了。啊？什么东西？哦，什么？那撞体？怎么是撞这一只啦？这三小，这三小，哦，这什么啦？我画不一样，怎么鬼啊？我就是不想画他才出他，气死我了！好啦，给我一次机会，是不是啊？而且黑羽你马上知道是我出的，也是蛮厉害的。因为你说冷门，然后你又说是后来又说八开头的那一个，就是你刚我还没讲八开头，你就已经先说是我出的，我就猜到了，是不是？好猛哦、喔，这不是猜的太扯了。完了，我画好企鹅哦，算有大脑啊，大脑可能是那个忍者龟里面。我说那个啊、哦，好难，好难！哎，忍者龟我也可以啊。忍者龟你能出几只啊？史瑞克啊，还有那个那四只名字念出来吗？你们哎，那个全部都画乌龟，然后颜色不一样了，各位。然后你要再画达文西拉菲尔、米开朗基罗，武器不一样，那个什么米开朗基罗什么的，那武器每只都不一样。我跟你讲，我只会画那个老鼠啊。嗯，我是他们师傅。你是说老鼠？我喜欢他们老鼠，老鼠喜欢他们师傅。那我们等下出料理鼠王啊！妈的，妈的什么屁呀、啊，白痴哦、喔！我跟你讲，料理鼠王我会画什么好不好？料理鼠王我只会画杂菜包、啊欸，也很难的、喔。你要真的哦、喔，感觉就很好吃。我觉得我画的还不错啊，我画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撞题呀、啊？怎么是撞这个？我就不想画他，还给我撞这个。我刚刚也是不想画他，然后我才出。又把画好年轻哦。你们多少痛苦吃加在别人身上哎、欸？对啊，我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身上。点麻油鸡吃。哦，你看我这个很有标志，我把他的标志都画出来了，非常明显。这个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还不是水箭龟的、欸，水箭龟，水箭龟，咖啡色的灰太狼，不是哦，乱讲话，咖啡色的灰太狼，咖啡色的，这个好像是哎、欸，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要、啊、照着画的，不知道不是我家脚四个吗？哦，超可爱哦，哎、欸，怎么会撞题？刚刚不是讲了，哇，好可爱哦，哇靠，这是什么东西？他刚这么多时间就画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啦，他画这么帅，我还是要画一样的东西啦。这感觉就是奶油画的，感觉就折屏画的，然后别人接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要披风吗？你别你尊重哦，你尊重。哪个角色啊？这不是我这个吗？尊重、友善、包容哦，我劝你们尊重哦。什么叫折屏？折屏怎么了？折屏画画也是还可以的，好不好？只是我需要电绘板。
你有电绘吗？也不会画多好啦，相信我。我会啊，我会画啊。他学过画画哎，应该是那个风吧？啊，原来不是，原来是他。真假是这一只的话，我来找一下。那我加一些东，我加一些东西好了，我查一下。我是真的会画画，有相信。连续画了一个，画了两个完全看不懂的东西。我已经连续画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了。我要帮他加点东西。哦、哇，你们竟然看得出来？然后我中间也看得出来。嘟嘟嘟嘟，我画好可爱哦！天哪，这是我最极致的画风了，我觉得我画的很棒。看啊 ，OK， 就决定是这样了，棒，我棒。上一张是一模一样。对啊。不是啊，撞题啊，撞题我当然就是画一样的东西啊。那两题撞在一起，不画一样的，不是画的不一样的。我跟你讲，我要来剧透。嗯，你要剧透三回，你要剧透三回。Peter Parker 是蜘蛛人，不是不是，你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哇，我看到没有看呢、欸？刚换走。不是吧？那你这样，你知道复仇蒙卡是最后大 boss 吗？那我不知道哦。复仇蒙卡？什么？他是那你知道萨诺斯会弹手指吗？啊，原来手指会弹吗？啊！烦呢、欸！你们真的烂，他手指会弹。烦呢、欸！还有一张吗？是不是？还有一张，还有一张，还有一张。欸、应该吧、哦？还有一张。拆了，最后是拆了，拆了。所以你要跟你的下一家保重哦、啊！天哪！什么、啊？他死了、欸、哦！我知道，这个是喵哈的耶！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哇，这个画的很有艺术感，我懂，我懂。什么东西了？我懂这个人能表达的艺术，我懂，我懂。不是这个人拿他拿的有一个武器是抢别人的武器耶，对吗？是这样吗？好明显哦，这个挺不错的。玩你玩你，那天你刚刚传给我的照片，别人传你玩你哦，传给你什么照片？哦哦哦，没事啊。来了，开始了，开始了。啊，我忘记了。哒哒哒哒，是谁了？就那个蜘蛛人的反派啊。他是没有看过、哦，是啊，没有雨。啊，毕业，声音还不错哎、欸。哇，善小强，他那擦是个风车哦。哇，好屌，好屌，把腰带的，哇，好猛哦。哦，哎、欸，所以他是四个还六个啊？六个啊？哦，六个是是哦，四个啊，四个啊，四个。因为他的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好天哪、啊！六个，哎，六个我都。坐飞行器呀、啊，哥！这个一定有人坐飞行器的，都是蜘蛛人的坏人了。耶、yeah, ！美国队长，而且现在还是同蜘蛛人。我靠！我靠！太神了吧！九九电源，这就是喜欢美国队长的实力。我的美队很棒吧？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蛮心你在。各种贴图制造，抱歉了，钓鱼回来了，多加油、欸！不好意思，我还爆嘞，你那个有点剧透哦。美国队长抢了所有的水，我还爆嘞，我还爆嘞，霹雳哦，没有，哎，我查到都是哎完了，哎完了，没有，白痴，有，我跟你讲，我还爆了，真的吗？嗯、霹雳火变什么？啊、哦，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我们画到霹雳火、欸，哎，喷这个各种真的啊，白痴！我这是傻小，我画，你看我画什么？没事没事，一样啊。老板，四个救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哎，好险哦、喔！我画的是那个、欸，哎，好美妈的！哎，我画的是那个拉长人、欸，哎，好险哦、喔！哦，橡皮人哦、喔，也只有四个人，也只有四个人，好险。哎、欸，你很聪明哎、欸，我是霹雳火在飞的。那就是你让我去查图，我前一个柴犬我真的不行。哦，抱歉，不是奶油，不是奶油，你这太丑了吧？抱歉啦，不是啊，不是蛇皮，你看柴犬。抱歉啊，柴犬啊。金刚狼对不对？金刚狼对不对？金刚狼。
完蛋了，是谁啊？三宫崎骏吧？终于有歪的了，金刚狼每处都出来了。我喜欢蚁人，我觉得应该没歪。蚁人我觉得没歪。你知道我刚刚就差点歪了。原来如此。拿铁我完美还原，我完美还原。哦，我以为你画苹果哎、欸。哈哈哈哈哈。不是，这谁才猜得出来啊？小智啊，大家完美还原。哦耶！哦，救援太神了，太神了，跟他太屌了。没有，是我观众猜到了，我真的看不懂。哇，真的耶，你们都一样。你们怎么会出八爪博士？我觉得他在等的是哇，这好帅哦，这好帅。不，这咒术的啦，那个娜娜米。其实是那个吧，老师吧。拿铁还多画两个，是不是？发现画错。哇哇哇哇！你是不是其实哈他、啊？还一模一样哎、欸！你刚刚是很像哎、欸欸！可以比对吗？那个后置的时候比对一模一样，好猛哦、喔！对啊，酷吧？酷吧？洛基，洛基，洛基应该没有歪，歪了吧？这个很难歪吧？他超想去拿粘土人看、喔。你看，我这个可以投稿那个乐高玩电影。哇哇，这有私心呐、啊！有啊，好可爱哦、喔，好可爱！我天哪、啊！反正这一切根本就可以出一系列贴图，不贴图吧？这是超新种啊！拿铁超烂，拿铁超烂，哎、欸，看得出来就好了、欸、可以啦，没事啊，OK， 太行了，太行了！哇，哎、欸，就没有没有亚洲。哎、欸，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刚刚的那个 Marvel 结合动画片，会不会很机车、啊？什么动画片？哦，哎，画像刚拿铁那程度的火柴人，好像不错、欸，这样这样应该会很好接，就火柴人的程度，哦、啊，可以的，可以，好啊。漫威动画片这样，哎、欸，然后就尽量画到火柴人程度，让他可以跑起来这样。好啊，啊，那我想要看什么东西可以跑火柴。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想蛮想要跟你们确认一下，你们火柴人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就刚刚拿铁那个，不会有肌肉，不会有肌肉了，只有线条，好不好？要画繁星跟深深画那三个连续哪一个？啊？那太难了吧？不是啊，超难。那真的会变亚洲超人会用火？亚洲超人，亚洲超人会用火。啊！我要看漫威哪一个比较可以画火柴人呢、啊？好像电影 slogan 呢、啊？哦，对啊，亚洲超人会用火。亚洲超人会用火。我突然发现，假设我要画浩克，他根本火柴人不了啊。没有、啊，他就是巨大的火柴人、啊。你用绿色的线啊，比绿色的火柴人，绿色的火，笔粗一点就好了。嗯，你的笔粗可以粗一点啊。好。我想好了，你们 OK 了吧？什么？所以是漫威的火柴人动画。漫威的火柴人，好了，好，好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这个电话，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漫威火柴人。好，影片开始。一次吗？对啊，因为都是一部片啊。各位，我刚刚有看到这一个我想要的，我画好了，想想啊，太快了，他不是火柴人。也太快了吧！太快了吧！我一笔乱不下去了。所以不要太难哦。对对对对，好，我现在很努力在他头上，他头很难画，画错了。啊，不是火柴人吗？啊，头就头还是要有他的那个造型吧。哇，好吧。啊，要哦，加一下。我想说有技能动作就好了，好吧。也是可以啊，改一下。啊，好想画下半身哦。不要不要。火柴人，火柴人长得好奇怪啊！我好了，哎呀，这个很明显的，大家都会画了，这很简单的。哇，好期待哦！你们会怎么画？火柴人啊！不是、啊，我是说，就是看他动起来之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一些动作跟招式的话，应该蛮有趣。没有，你想太多了，我没画那么细。
你可以加油花西一点吗？可以啦，可以，这个很棒。等一下我要然后有各种东西飞起来，人飞起来。哦，那我知道，你果然是画亚洲，亚洲人会用火。我没这样说，为什么会飞起来？这撞体没差，钢铁人也会飞啊，因为这是看动画的，对吧、啊？绯红女巫也会飞啊，很多人都会飞啊，德普也会飞啊，德平也会飞，德普、啊，德平也会飞。好了，我画好了，我画好了。我也画好了，等你们接了。完成啊！耶、yeah ！是谁？看，果然有！你看就知道是谁了。原来绿巨人的火柴人是这样子的感觉。哦，你是画到我画的？有，而且你笔触都那么深呢、啊。而且你这个很虐。好深啊！等下来得及吗？来得及，来得及，可以，可以，可以，来得及啦，可以啦。一看就这个模式还挺好玩的。对啊，动心的嘛，这个蛮有趣的，大家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对啊，不要说不好玩，这超好玩的，好吗？聊天室刚刚跟我说不好玩，在工商业配是不是？啊，有人说不好玩，是谁？谁谁谁？他就说他跟他朋友玩，哦，这超难玩的，推破冰。我说啊，破冰，我跟喵就是最难玩的，破冰超烂的耶。破冰我跟你讲，拜托不是哦，有人说都不要做不好玩。一题我只会出一窝做。破冰渣他就是每个人出题，每个人都会画到一模一样的题目。简单的说，你就是你出一个你想要看别人画的题目，然后从头到尾看别人画收图就好。那我只会出一窝做。像你对吧、啊？如果出蓝帽子，就有六张蓝帽子这样子。真的不用猜，我觉得很不适合。那也没怪你啦。应该说你们私下玩可能很好玩了、啊，但是实况上感觉就还好，就只是收图而已，效果没那么好。这个很好玩，我觉得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个一开始这个应该是折平画。没错，我加了浅色啊，这个吗？然后你们看出来这是谁吗？哎，不是火柴人吗？怎么会画这么久？我跟你讲，我这是两个人的动作，我快死掉了。对对对，不是，哎、欸，你是在画到我的，可是我的画也不会画很久啊。啊，我觉得会、欸，因为我在找他那个披风飘的位置。你是不是私心想要给他再多加几笔？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多加。哦，两个人呐、啊，体验的啦。什么？用火了，好可爱哦。通麻苍叶哦，这是肿瘤吗？哦，不是肿瘤，我看出来了，肿瘤、欸。可是我把它招式哎、欸，融合皮卡丘，融合皮卡丘，我怎么会知道？一定有人乱搞，一定有人在搞皮卡丘。等等等。要换这边，完了，我觉得这个也像是泽平画的，怎么每张看起来都像泽平画的？因为大家都画，因为大家都画是火柴人啊，还要我告诉你答案吗？每个画起来都像是泽平画的，因为都画火柴人啊。好了，我好了，太快了吧。不是哦，火柴人的头怎么长得这么不火柴人啊？然后我看一下，不是哎、欸，他、啊、不是就画火柴人加动作啊？你怎么画那么久？看有很多动作啊，妈的！看两个人啊，妈的！妈的，有两个人啊，完成了，多两个人，没有啊？那个两个人是吗？还是皮卡丘、欸？哎，是奶油出的两个人了，还是皮卡丘、欸？哎，经典的动作。哦，加尾巴哦，不会是那个吧？不会是那个吧？前面是经典的那个吗？好了，我是该加点一点那个、哦。请问是宝可梦题吗？对，对，左边这是小智，不对啦，宝可梦那也可以来动画一下，他要扔出宝贝球了。我觉得我很棒，不同动作可以了啦。我应该画成小字哦。这谁啊？这是什么东西啦？这
是三小，这也太丑了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表现他的动作，这是三小啊！哦，上一家好猛哦，一定是德平，谢谢。原来是这种猛吗？没有啦。你那个猛，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夸赞还是还是在骂人的、欸。不可骂哲平，我骂过你吗？没有啊。有言有苦说不清啊。哦、有心结的味道哦。有心结，心结。没有啦，他怎么可能骂我？他爱我都来不及。对啊。耶、yeah. 哦。我现在懂那个皮卡丘是什么，我现在才看出来。我要加点东西，你不要害后面的人。我觉得我们有一些人那个题目有点蛮像的。哦、原来是因为太丑所以没用。豆哥。啊我想把这图往下移哦。空留在下面那么白的空间感。好想自中他哦。好想自中他。真不错真不错。那个是肌肉的意思、哦。戳。你说这两个圆圆绿绿的吗好了好了，好吧，这样子。哦，够大了吧？这个有点难哦。连续两个是怎样？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有人躺在地上啊？我知道是什么了，我知道是在画到什么东西了。干，这个有点难哎，我要画出那种感觉有点难。这什么东西啊？他动作好多、哦，已经变成我们正在做动画。哇！好了，基本上画的 OK。你确定吗？应该吧。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啊、哦，我知道是什么了。我懂了，我懂了。好，应该可以吧？我画完了。对对对对对，我在想就是让他那个，我懂了我懂了。你哈哈哈哈哈！有几个洛基啊？我已经画了三个嘞。我有画三个。你这样呈现这个的吗？好笑。没画到哎、欸。快轮到我们了。我们现在画皮卡丘。躺在地上的人。皮卡皮卡。这皮卡皮卡的，我听起来有一种可憎的感觉啊！这是皮卡丘操劳的时候。皮卡皮皮皮，皮卡丘咳嗽，老了，快死了。皮皮，敢笑死。OK。哦，我想要一个过去的感动感觉。有了有了，亚洲超人会用火来了。亚洲超人会用火，哦、我怎么第二次一样的了？哎、哦欸，这是什么？在干嘛、啊？怎么有第二次一样的？我有点看不太懂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冒险太久的皮卡丘。哦，要变学姐。这是什么？是五芒星还是六芒星啊？你猜？不确定。
嗯，我来来天醋，应该还可以吧？这个，哇，哦，后面这个，哦，原来他是这个意思。看这个不能用灌油漆啊！哦哟，不要给我涂这种很大一块的色块啊！糟糕，我没涂到，好难，这个我没办法多加，太难了。我，哦，花束怎么会飘啊？你手是不是在抖？你手在抖，平常是不是做很多奇怪的事情？干最好啦，平常是不是手枪是不是？没有，他是被做很多事情，被你是不是？啊，我要多加一些东西。他被他观众做很多事情。我要开了开我旁边的零食吃了。我，哎，我有零食，我也要。嘿嘿。哎，欸，下一个，下一个，我觉得画的东西好多，哦，啊，哇，对啊，我也觉得画的东西好多，哦，还不画苹果，没有啦，没有做什么事，随，啊，便，哦，啊，怎么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这是什么？哇，我想一下，啊，我想到了，这是什么东西？箱子好了啦。完了，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耶，欸，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我决定要出去，我要让他出去试窗外。还有写一句英文。我有画到那一个，我没有接到英文的，嗯，我也没接到英文的，我也没有，欸，这应该是最后一张。等一下，我到底画几个索尔跟诺基啊？蜘蛛人，真的满满的，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懂啊！我跟你讲，你只要把火柴人整个往刺窗外移动就可以了。啊，这样。可以吧？可以了啦，有动就好了。我画完了，我还是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七一八四，不会画就让他们，不会画就是让他们转向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是钢铁人他在复仇者联盟里面，然后摔到地上的时候讲的话？是吗？我知道你在说谁了，但是钢铁人不是钢铁人 啊，不是钢铁人，不是钢铁人。他被绿巨人浩克接住到地上的时候，然后他没电的时候，他的面罩被拆开啊。他是不是那时候讲的话？哦，没有画到这个，欸，没有，欸，你那个是歪掉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笑死！我来看看，哇，喵哈，哦，跟你撞到了。我还想说这个好可爱啊，蜘蛛人完了断掉了，断了线断了，没事没事，我帮你补回来了。着地着地，我懂了，笑死，原来这样子哦，喷个洞，补回来了，没事，这是他到底在干嘛？怎么都在上色，他移动很缓慢嘞，欸，有荡走了，荡走了，荡走了，有荡走荡走了。哦，oh， 哦，有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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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还不错。光准备阶段就三个阶段，要准备怎么喷呢，啊？可以吧？啊，这个啦，乱那个浩克摔洛基，对不对？啊，我画的，对对对。哦，oh ，哎，你们看我，看我，太快了啦！太快了啦！更快，会被人在地板上拖，哦，圈快了，快了啦！地板上拖是谁？我没有抬起来的声音哎，
看这一幕就是一直摔来摔去的，靠北哇，好期待哦！有！太神啦！太神啦！太神啦！我可以出动画了，好可怜啊！摔来摔去的，好笑，他可能被摔，还不错，还不错。哦，这个有，拿铁，有，好接吧？有，你看越来越远了，真是很强哎！哦，速度很快哎！然后我动作有改啊，我动作有改，是螺旋丸子，我转弯了，我都转弯了，我都转弯了，回来接啊！这有接到吗？这感觉你。接到了没？哎，再见，再见！你在偷懒，过头了，过头了！哈哈哈哈哈！原来是骗不到，原来是过头啊！骗不到，原来是过头的部分。我在接外面了。过头的部分，哎，帅哦！哦，帅哦，帅哦！哦，帅哦！就是这个。哎呦，酷哦！哎，奇怪，我刚刚怎么没画这个？断了，那个，他第一次荡的时候，他不是 Oh my God！ 原来是这样，这什么鬼？哈哈哈哈哈！你都是站起来啊！你们都是站起来啊！我终于懂那个 Oh my face 是什么了。你们都是站起来啊！你们一个小站起来，永远起不来了。你们没有一个小站起来的，掉了，永远不起，完全不想起来。你们完全不想起来，蜘蛛人。我还加了个他的头盔。哎，有哦，有哦，有哦，有打到脸吗？哦哦，又是有一个是你的家人，其实他原本是在外面，然后跑进来，是不是？哎，好爽啊，好爽啊，好爽啊！这个说的也太嚣张，好爽啊！有，酷哎！洛基是跑过来撞是锤子，是啥？本日最惨的，耶！来了，亚洲，亚洲超人用，我用，可以哦。你们要让后面转起来哦，拖，好帅哦！哦，他死到哦哦哦哦，哇哦，好帅啊！深深的好猛哦！哦，我没了。干，奇异博士要开大绝。要走，哎，你也会跑哎，有，我见了啦，你也会跑哎，啊，你在跑什么？不是飞出去，怎么跑啦？赞哦，好赞哦，这个很赞哎，这个超赞的，我期待火会烧更大哎，就没有，没有去用你的火，这是奇异火箭，奇异火箭。哦，哎，我没画到。皮卡丘来了，哦，皮卡丘啊，又是洛基，真是，躲避皮卡丘。哎，那句话要再讲一次，躲避皮卡丘。胆小，变态，躲避皮卡丘了，他一巴锤，胆小。全都被你拍了，不丢出去吗？然后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要那个哦。锤子，哎，锤子丢回来了，锤子丢不回来，锤子回来了，锤子回来了。皮卡丘转一圈了，锤子丢不出去，皮卡丘溜溜球。它是皮卡丘，跟索尔是完全不一样，不同，在做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好猛哦！不过这还不错哎，我觉得那个蜘蛛人那个比较好笑。我觉得那个奇异博士还不错。不是不是，刚那个美国队长接飞盘，接到旁边去，不是你们认扯哎，你们蜘蛛人都不让他起来的，超可怜。哎，蜘蛛人就是得先让他断的。
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蜘蛛人，我在最后一张我真的是不懂哎、欸，那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刚还有个接超顺是那个绿巨人，对浩克，对浩克那个好顺哦，那个超顺的，很顺吗？我开的头，我想说你们应该都懂那个经典画面。那我们要来玩宝可梦的吗？动画？宝可梦动画片吗？就是画那种比较简单原型类的感觉的。可以啊，可以啊，试试看。想看可以画什么、啊？这系列真的蛮好玩的，动画越好，而且有得描。对，重点是有得描这一点。的，好圆一点，比较简单的。哦，我知道了，有一个够圆。哎、欸，你们可以先想一下啊，我去拿一下我的 Uber Eat 啊啊！给我两分钟。你要帮大家都点一下啊？为什么我没有？是喵号的位置让先送你那边吗？我想好了一个很简单构图的，我要去吃我的海苔了。你画一只宝可梦进化，然后给下一家决定要进化成什么？哎、欸，对。宝可梦，宝可梦有没有比较好画的？雷电球，记忆电球。我来查一下。你可以画在绿毛虫啊，然后最后它就会变成裂空座。哎、欸，好像不错哦。不要，到底一堆裂空座怎么办？嗯。不要让它进化啊！绿毛虫变成铁甲蛹啊，然后铁甲蛹变成裂空座这样子。八大虎表示，嗯，我刚刚存的档案跑哪去？嗯，谁比较好画的？水军，水军太难了啦！你看弟弟，嗯，水军被卡布画。开启原尺寸，可以贴给观众吗？可以啊。好诶、欸。哎呦！你每个都存下来了。没有，我刚只有存一些比较顺的。哦，他好像可以哦。小雨，那个太难了啦。我的观众给我出一个超难的，说从大石花吃小次郎吐出来之后变五脏的啊？太难了吧！太难了吧！鬼啊！哦，我就画这个。哎、欸、宇太久了吧？哎、欸、宇在干嘛、啊？他跑去跟警卫聊天了吧？不是，他不是说两分钟吗？对啊，到了。反正不管几分钟，就先讲到了。我们都已经讲，我都说我们都已经结束一场了。好、啊，不然他过来就说我们已经结束一场了。你要叫他自己画全部这样。阿九，阿九，阿九，我已经想好我要画什么东西了。好久哦，好久哦，我来了，我来了，好久哦，好久哦，好来，你想到你的题目了吗？我想好了，我刚那我就开始喽，宝可梦动画片，嗯，来，哎，看九歪，对，我要画这个。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宝可梦的动画片哦，好，开始。没有啊，就一部片一个开头没，你们干嘛这样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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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全部里头只有哲平是用录影的，对啊。而且我这样大概可以就五天不用思考，五天不用、嗯、不用工作，你很懒的。没有不用工作啦，就是一个时段的影片就用这个凑啊。大家喜欢看这种的啦，真的啦。
爸，你也比较轻松啦，真的。对啊，就没有啊，真的很好笑啊，哎、欸，很精彩呢。刚刚那个浩上一集那个浩克，大家看过了没有？你刚刚是说刚刚吗？你刚刚是不是说刚刚了？对，没错，没事啊，跟你差不多啊。每次都说我们下一集有没有达到多少就录，然后每次都先录了。没错。好想加油添醋哦。我努力了，我尽力了、嗯，希望大家知道他是谁，希望大家知道他是谁。哎、欸，为什么不能点涂满的那个？他动画好像把它禁止掉了，圆的那个也不行哎、欸。对啊，他不给用，就是这个模式他不给用，他不能给你用贴满的那一个，嗯，所以你要自己，你都要自己画。啊，我以为。圆的那可以用哎、欸，啊，我想到了，他有可能是怕你就全部填满，你再按擦掉之类的，你会擦到原本的吧？没有啊，原本的图不影响。好好好，可爱，就这样。好了，画好了。你说谁可爱？我画的很可爱。哦，我还以为你说观众。谁啦？好了好了。Okay. 我好了，我也好了。哎呦，定文懂哦。噔噔噔，我会出现几只皮卡丘呢？所以会出现几只绿毛虫跟利空座嘞？会有几颗宝贝球嘞？你们都笑，你们是都画了？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画那种东西。我决定先开启裂空座的图片。我先开绿毛虫好了，浪费。哦，卡哇伊，卡哇伊，这谁那么懒啊？这好可爱哦。我想到了，可是不知道下一家能不能意会到我。我劝建议你是最好是不要啦。嗯，没人懂你，让他们意会我一下。他一个开放式作画，我直接让变结局好了。等一下哦，我想要让他那个哪个？你要让他怎样？不好说，不好说。帮你生猴子是不是？三小生猴子，他压上去人家就死了啦，还生什么猴子？对耶，来，奶油应该也是少数，奶油应该也是少数看过黑羽，就是生过孩子吗？不是，像那个竹竿一样的时候，瘦的时候，对啊，超瘦的时候，像现在已经是那种会压死人的体重了。像竹竿一样，那时候我们去你家做那个水晶凤凰。对啊，哦，好怀念哦！我们还用，好痛苦哦，在播那个，用竹签把它拼起来。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改天可以再尝试。那个蛮好，真的蛮好玩的。水晶凤凰是那个吗？皇帝吃了会呵呵的那个吗？对对对对对对，狂狂狂狂豆芽菜那个，痛苦的豆芽菜。那个动画看完，我是真的很喜欢吃豆芽菜，变得很喜欢吃豆芽菜。就因为要播那个须须，要把须须给播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我只能让他画吃草啊，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是说画是那个宝可梦吗？啊，怎么画出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看不懂。不知道我是画宝可梦啊。我觉得你可能不认识那一只而已。我觉得你只是不认识那一只。我画第一代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我真的看不懂哎、欸。我是第一代，看不懂。应该是错。妙花，你该不会是三个颜色的吧？啊？你画的该不会是黑色、红色、蓝色的？没有，画粉红色，圆圆的。粉红色圆圆的只有那两只吧？四只。不止圆圆的。啊！什么啊？已经是奶油画了，我看到草了。天哪！看这三小，大家给我点想法，这是什么？黑羽，你懂了吧？我刚刚就根本不懂这什么东西啊！这跟长得一模一样吗？真的真的长得一模一样，我只要改一下动作而已。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所以他原本应该是立直的之类的，立直了，他听牌了、哦，立直的，立直。这个是三小，我是给我一点想法，这是什么？那个是我画的、啊。看，有这只宝可梦，这是什么？我不懂，我看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这边不是说画到我那张图，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很震惊了，因为我知道是什么了。
他不是说自己宝可梦大师吗？我或许知道。完了，我觉得这个下一家应该画不出来，这谁出的、啊？有一点难哦。这应该是拿铁画的，他死定了。哎，那个很简单，你为什么画不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你画三小，这是一定是奶油歪掉的。哎、欸，好，要么奶油画太丑，要么就是你问帝文，你问帝文，到底谁的问题？一定是黑鱼的问题，一定是黑鱼的问题。其实有两种可能，对，一种是那一只，另外一种是，对对对，一定是黑鱼。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照他原样画，他原样怎么样，我就怎么画。没关系，我让他吃到草了。进红款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吃草的动物，但我就是要让他吃草。宝可梦十之八九应该都会吃草吧？你很歧视哦。我就不知道啊。皮卡丘会吃草吗？雷电球会吃草吗？雷电球会吃吗？雷电球应该会哦。雷电球应该不会。嘴巴？他嘴巴？他没嘴巴。他在地上滚一圈就吃得到草啦。哈哈哈哈哈！机器人，还有人没画好，还有谁？我跟你讲，有一招很难哦。真假的？有一招很难哦。不是啊，不是啊，对我来说可以啦，但是不是我画，我不知道是谁画的。谁呀？谁吃草啦？我这一定是白金画的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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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跟你讲，森森也有可能是罪魁祸首。真的，我也觉得完蛋了。你是画红色的？欸、为什么我第三阶段啦、啊？嚯！明明不是我画的。来查一下夜空座。第三阶阿燕。深深崩溃，不知道什么第三阶段。刚查一下，结果是第二阶段。笑死。进化了、喔，你们进化了、喔。对，我画一个进化的。吃草了、啊，这是谁？这是什么？但我只会吃草、啊。你画裂空座，你画裂空座，什么遇事不决，先画裂空座就是了。我就所以最后就变成裂空座这样。画三只哎、欸。哦哦，我知道了。那个初代的嘛。我已经跳过了，我有画过了，我不用怕了。然后嘞，然后嘞，加什么、啊？可以。看我脸画歪了啊！算了。哎，他们看得出来就好了。你怎么知道我们看得出来？我知道，对啊。你在讲什么东西？你怎么那么信心？你很像很有自信呢、欸。他在加什么啊？你好像很懂我们呢、欸。对啊，我好像很懂哦。你好像很懂哦，你很勇哦，你很勇哦，你的面包吃不完哦，我家面包吃不完，什么东西？哦，靠你大，累了就直接睡啊！我的床很大很软，好了，就这样。我们家画迷影梗图，我们家画迷影梗图的那个好了，后续吗？对迷梗图的后续，我觉得不错哎、欸，是完了啊？怎么会有？对啊，啊，我这就是啊，把它拔起来啊，把这个拔起来啊，我不要让它爽，我要让它哭。拿铁，你让它进化，拿铁，我把它拔起来。还不，你现在这个时间叫我让它进化，太顽强了。快用你的精致化工，现在这几秒把它让它进化。进化，它得死亡好吗？这谁啦？啊，这是什么？哦呀，不是最后一张，画到我的会死掉。但他打一个是头啊。哎，这个有动画吗？看不出来。让他走路好了。看，不要害我笑。嗯。让他走路好了，我刚刚直接笑到抖。看我的，看我的那个底都在抖。要怎么画这只哦？那是那个动那个漫画，我有看过这个短漫画，很可爱、欸。最近我要看一些宝可梦短漫画。
哦，烦呢。OK， 这是电池怪吧？这样啊，这个是手，白痴，我以为笑脸。哈哈哈哈哈！那你收到的是什么颜色？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喵哈说过很难画的，所以要么是歪掉，有人已经把喵哈那幅画给简写的非常好画。要么是你还没画到，我还没画到，我正在画、啊。那就是你还没画到了，我很明白了。那我觉得有点不妙，因为你已经画到很难画了。哎呀，到你会超多的哦，真的假的？我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困难的一点点了，好不好？我已经感受到一幅了。喂，我觉得画这个画的挺好的。来这边都会变成到咯，完了，没想到这个还可以歪。死定啊，死定啊！我突然觉得宝可梦比我们第一次什么苹果还要好画，会吗？屁嘞！苹果好画多好吗？是吗？我苹果比较好画哦。苹果这个肌肉比较好画啊？有吗？肌肉苹果有什么难的？哇靠！哇靠！我画。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想到我要让它飞起来。什么啊？看不懂这只啊！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这是什么。我要把画卡播了。那个是蓝色的吗？不会画，不想画，全部卡播解决。啊，我知道不要在画什么的，不要卡播啦，不要画那个吃草的。吃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王也有画那一张。好啦，我跟你讲，我超聪明的啦，我直接把你们缩减了。这有何困难？把它飘起来，不会画的我都往右走，离开视窗外。没有啊，你上一次不，你上一部那一部影片是不是就这样走？因为你不想要画那些超人。因为我觉得比较好笑。我看一下哦，这样走喽。好了，就这样子，简单了，我也画好了。哎、那我最后一张该不会就是你们说很难画的那一张吧？要不然就歪了，或者是其实你的画工进步了，你根本觉得没有很难。没，我跟你讲，那一张在我这里，但是你要感谢我。那我还没画到啊，所以就是最后一张啊，应该是我要画到才对。但是没关系，你搞不好是做开头的人。哎，没有啊，经过泽平的手里之后，说不定就会变得简写很多，我就可以画轻松点了。对，泽平现在在帮我努力的简写他。我观众说我画蛇添足，我好难过。我画了是把鲤鱼王加脚了。你是帮鲤鱼王？帮鲤鱼王加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物理化蛇添足，好好奇那个吃草的之后变怎样哦？不知道，哎，这吃草的到底是什么？我也很好奇耶、欸。啊，这太简单了吧？这什么东西啊？还好吧，我觉得没有遇到很难的、啊。没有啊，那我跟你讲，那就是被我收掉了、啊。那表示你一看就画到了，哦，但也是有可能。还不是宝可梦，这是谁啊？不是啊，这跟宝可梦有什么关系？它涂满的、哦，有啦，还是有啦。涂满好累哦。谢谢你们呢、欸，我一次铲了好多废片哦。可是是很有意义的废片。画错的血了，靠腰。完全喵哈，要走出视窗外了吧？哎，你怎么知道？帮他加一些东西。走出视窗外，加一些
好像不错哦，那我就这样子。好笑。赞啦！有的时候我刚刚是画蛇添足，这是画龙点睛，靠北。哦，你到底做什么极端的事情？嗯，还好啦，我只是加个东西，加个人，加个动态，然后再加一些那你加的动态，可以啦，可以啦，没问题的，看得懂就好了。哎，对他方向啊、哦，算了，方向错，我来不及了。有返回箭头哦，有哎、欸，我、哦、有现在发现，我返回箭头哦，太反了。我都利用大家还没有画完时间吃麻油鸡，麻油鸡，每个人都送一份，你这样好意思？哦，黑鱼哦。我发现你是我的麻，我的宝可梦啦。我麻油鸡里面没有肉哎、欸，它是麻油鸡汤吗？来惩罚你啦！因为你去我的观众说我画了十天图，从麻油那边跑来，到底画了什么？笑死！我结束了，看到他的灵魂吗？来。哦，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很可爱，吉利蛋，这个很可爱，这个我画到。而且你画的那个就是吉利蛋啊，蛋掉了，是掉了，蛋掉了，是红色啊，滚了，就中的是个蛋，我脸变好，蛋出来了，我脸不是很好哎，不好意思，走了走了，不要管那个蛋了，走了不要管，干，我要里面孵出一只宝可梦，不是那个蛋在。那蛋在，他在追那颗蛋，是不是？哇塞！哇！太可以了吧！太酷！他怎么突然进化了？他为什么在那站立了就突然进化了？哇！他是吓到进化吗？那个我附带这张卡片，然后吓到进化了，吓到进化，吓到进化了。最后蛋怎么了？最后蛋没事了。哦、就你就你就是他啦，没有就是他越来越多、啊、哦，就是你耶进化就他啦耶进化我还是没有印象哦，那一麦喵他应该是被我救了耶进化喵他应该是被我救了、哦、所以我是第一哦，难怪我没画到，因为我是第一个，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印象耶，那么因为你等下看就知道了，你看白痴啊太懒了吧！不要吵，全部收服。太懒了吧！在那边偷懒，莫名不合逻辑，全都收服啊！全都收服。我想说，这个怎么会歪到完全没话的？全都收服，欸、是他、哦。对啊。那是奶油的问题，这到底怎样？这只是往前走是不是？哇，走到进化了。哇！突然就进化是怎样？哇！哈哈哈哈哈！辅导生成面工作啊！哈哈哈哈哈！还转身呢、欸？转身！飞上天空！这鲤鱼跳龙门哦！哈哈哈哈哈！地上那个是水，这草变水，草又变飞走了。哦、我怀疑面工作是下来，然后把那个独角虫压死。又是李黑明，又是李黑宇，什么又变水？没有没有，还可以啦，可以啊，蓝色的啊，可爱，哦、看原来是这个的哦，那怎么会是繁星画这个的？真的是小火龙，哎、欸，我以为是乌波哎、欸，我以为是杰尼龟，那我觉得是黑暗怪的，这瓶是这瓶的，哦、我有什么办法？这是方吉吗？出回去了。这是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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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啊、！Oh my god！ 这个好猛，这个好猛，这个好猛、欸、这个好有后劲哦！哈哈哈哈哈！这个好屌，这个被戳死掉了！你看这么多和平，我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和平之爽？和平之爽？喷火龙啊！小火龙啊！小火龙啊！小火龙啊！
火龙。我有 get 到他应该是小火龙啊，我把他 get 到，草吃完了、啊。我要吃一根，哭一根，哭，飘起来了。没有，这个是奶油的锅，这是奶油的锅，然后躺下去了。那我的锅，我根本就没有。这一开始就是哲平的锅，好吗？没有，这个小火龙很好，可以。真假的？有啦有啦，有吃啊有吃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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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平的锅，那个我完全看不懂啊。就小火龙啊，耶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鬼啊？放出来还是放出来？放出来是烧啊！啊，收回去，又被收服了。收回去了。烂球，烂球，烂球球球。哈哈哈哈哈！还有影子，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哈哈哈哈！要出去，我也是要出去，放出来，结果你们是收回去。要出去了，好赞哦！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可恶，我的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啦有啦，他有被打飞啦！有啦有啦，可以了。身高变了，我就要收起来。哇！我要放出来，就拿去把它收回去，靠背。对，哇，这跟我想象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这样的？哦、oh, ，我觉得这很难诶、欸，这、oh. 其实要画完。不会啊，你看我换另外一边了，用那个圆形，你还可以换另外一边，我换不了。我让飘走了，飘走了，然后我让它缩小了。哇，最好三个人已经我让它缩小了，我让它缩小了，我让它往前冲了，我让它冲出去了。我再让他冲回来，靠北！还有人吓到人了，看好好笑。哎、欸，他转了一圈呢、欸，他就是用左右位移、欸，他转了一圈、欸，就一直左右位移，我笑回力镖是不是啊？而且前三章的画风完全不一样。我给那个小火龙按摩站。小火龙，小火龙烂透了，不是啊，我是往死里戳的啦。按摩的那个、啊哦，摸摸的那个、啊，戳死他的那个，戳死他的那个，对对对，那个很赞，那个很赞，那个超赞的，好吧？戳死他，直接把他戳爆，好累哦，那个直接把他戳爆，我快笑死，我就省了一笔耶。我们要玩哪一个？我们来玩秘密好了。好啊。秘密是什么？秘密就全黑的那个。哎、欸，上次你没玩到吗？没玩到。哦，秘密它就是，你打字都是咪咪咪咪咪，所以你键盘平常打什么字可以看得出你平常都在搜索什么东西，然后你的画面是全黑，嗯，然后所以你待会要选画笔，不要选白色的画笔会看不到，要选黑色的画笔，选黑画笔，好，对，好，然后这个主题要什么？苹果不要香蕉嘿这个黑的很难画动物啦的吧动物就好了吧对啊因为变克苏鲁有什么动物我还看打动物两个字会先跑出什么动物就出现老虎之类的啊第一个是先打字哦老鼠一个先打字老鼠对老鼠紫草小火龙，哎、欸，我是这个哎、欸，好丑、喔。好，就决定出哪一个了。好，我知道出什么我，我就要这个了。那叫什么？没有耳朵的星星。哎、欸，我刚刚也是看到这个。对啊，好丑哦、喔！你们在做动物的梗图、喔？没有啊，是动物。不是不是，待会儿直接打动物的名称。对啊，动物。所以要画动物是吧？对，哇，動物那我可以，好好，那我要做最近的时事。嗯，这叫什么动物？可是这个秘密的话，你画过的那个，你画过的痕迹会消失哦，所以你们要自己看不到，会滞留一秒的。我要画这个，大家如果最近有跟时事都会知道的东西。你画不到，你是出题的啊？你要出题了？你说打字哦。哦、那我可以让你们画那个东西。好，你们想好了吗？啊、好，想好了。给你一个动物嘛。
我可以出麻油鸡。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是要出动物给他们画哈。好，来。为什么我字变这么？牧师在健身房里祈祷、欸。为什么我看得到我的字啊？哎、欸，我看得到哎、欸。啊！那怎么办？啊、真的有开到吗？没意思，应该是他改了，没关系。真的有开到吗？他改版了啊！我原本好像看不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先打字，打动物。一个动物，然后有动作吗？不用不用。不会吧？不会是那两个吧？那动物就好吗？动物就好，你不要打动物两个字哦。会不会？他上次真的给我这样玩，他我上次说台湾的东西，他给我说台湾游戏，气死！谁、欸、用黑？妈的嘞，这黑色的笔，好黑哦！而且这个还打错字，可以用不要用白色的笔就好了。要用白色的笔，好。这太过分了，这根本不是看不到自己画的吗？对，好好，感觉太奇掰了吧？这个是谁出的题啦？是谁出的？我决定要。我决定要一笔一笔完成，画完了，画完了，这么快啊，就没什么好画的。好，画完了，看不到自己画什么，是要画什么了。不要用白色的线就好，因为只能一笔解决。白的，会不会之前很多人玩这个的时候，以为自己的画布是黑的，然后就那个？对，有人有过、啊啊，就是有人这样子啊。然后，算了，就这样吧。我好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画什么东西。我这一题应该是梗图，几掰？哦，白痴，折品那个十四字打错了啦。啊，有吗？哎，对对对，打错字，对我打错了。你那哎哎哎，黑雨黑雨啊，你出的？抽到我的。哦，你是几掰啦？我几掰的？画好了，很可爱哦，很可爱哦。太十四了吧？哎、欸，这个是之前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真的用白色去画，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啊。对啊，我想想看哦，我是要重画、啊，不用啦，不用啦，不用重画，就照着画掉啊。这个多画多错，你知道吗？嗯，对对，这个多画多错，对我刚刚已经错了很多了，这个还是乖乖的，不要乱搞。对，画个五秒就好了，没错。五秒太快了吧，還差不多啊，来一个，操！哎，抱歉啦，抱歉啦，你尽量啊。要多久？谁还没画完？这是 这什么啦？这什么？这僵尸是不是？啊，为什么他可以看到字不好玩？汪，之前他字都看不到，我都会在旁边打一打，在复制贴上。不能这样。好，不能这样。现在也没办法了。你太坏了吧？要错字一起错字，我就坏。这是什么？完了，我看不懂，我想不出要怎么描述它。还是黑语画的。完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哎呦，那个是梗图。你们找梗图。奶油动物年，那是两种动物合成在一起的。哇，什么东西？哎、欸。有撞题是不是？哎呀，难哦！然后我看一下，然后，太难了吧？好了，就这样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了，交给你们了。然后，等一下。凭想象，他的位置应该在这。可以，应该可以。哦，应该在这吧？怎么会有家具在里面啊？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这个。没有啊，我跟你讲，这一定要一笔，不然你要回去补，你也不知道在哪里。真的不知道怎么补。你想换颜色、换笔刷，你就会忘记要在哪里，你要小心。我都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补上去，我下一次应该用手指指在那个画面，然后再去补一下。画身体，身体会不会长在脸上啊？左一哪里？左一左一在聊天室打那个欧豆伤。哦，欧豆伤。
哦，你讲阿索伯，阿索伯哟，还有一个，还有谁？好好笑，这怎么啦？怎么了？啊，谁哪一个是动物有六只脚啊？抱歉，那个应该是我画的，我只是要把它们合成一只大脚而已。好了，我好了，我好了。这是什么？这是怪物吧？嗯，这我出现了吗？嗯，好，可以。啊！太好了，为什么会有？就说动物了，为什么要一直出？他在干嘛？对啊，为什么一直有动作？为什么有动作？好难哦！我画完了，一笔一画，一笔一画。我好好奇那个蛇皮的一笔一画到底是什么？你等下看一下你就知道会变怎么样。我跟你讲，那只六只脚的是我画的啦。好，我尽我所能了。啊！哇，大家都画好快哦，已经六个人嘞。真的，快画完了，因为多画多错啊。对。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是啥、啊？谁是用红色笔画的？什么？我吧。什么？你就画这样，那么多时间你就画这样？没有，我就说一笔一画啊。好，我为什么会有动作啦、啊？东西越来越多的，意会一下。这个也太难意会了吧？我知道它的环境在哪，但是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那你就猜一个动物不就好了？应该是这个吧，蛮像的，颜色也 OK。要死！来了，来了，来了！我忘记看语音。哈士奇你，就是你，就是你。操屁啊！错啊！还不错哎、欸，还不错哎、欸，老师，其实老师还不错哎、欸，比我想象中好。这什么啦？老鼠？难怪变成猫。老鼠啊！猫拿着手电筒，有点像猫拿着手电筒。好猛！你可以挖的这样很猛哎、欸，你可以挖的这样很猛哎、欸，好猛、喔，我很猛。哎、欸，你很猛哎、欸，真的很猛哎、欸，没开玩笑哎、欸，好猛哦、喔。嗯，啊？原来你没有撞题哦。笑死，能够撞题？应该是有撞题，撞题这样也可以撞。可是重点是后面没有连接起来。这是什么？这是恐龙吧？六条腿，还有六条腿。迷路，完了。这是迷路，完了。迷路，完了。迷路，完了。哎、欸，因为怎么都抓得到点啊？迷路三小啊，迷路跟熊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长颈鹿，你们是只有你们是只有长颈鹿可以出，是不是？你们在一起啦？哎、欸，为什么你都挖得到啊？好扯哦！那就是它消失前了。那这长颈鹿太快了。哎、欸，是哦，这不是瓜牛吗？我就有看到啊，瓜牛。哎、欸，我有，哎呦，哎呦，真的是吃草，长颈鹿。哎、欸，这个没歪，没歪，哇，没歪，厉害哦，可以可以。他只是中间去做其他事情。Fuck 死，我的厉害打错是不是？哦、oh, ，可爱，就是天狗。哎、欸，对耶。哎呦，哎呦，哎呦，哎、欸，这好可爱哦、喔，这不错，嗯。哎、欸，你确定 OK 吗？老弟，狗子错了，椅子，那绳子哎、欸，哎、欸，好猛哦、喔，哎、欸，你好强哦、喔，你还可以画画，你还可以画英雄出来，你好猛、喔，反过来而已，太扯了，
就是他在往椅子那边冲啊！狐狸想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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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狐狸想要坐椅子，有啦，哎、欸，至少有，至少椅子有出来啊，椅子还在，嗯，小熊吗？我怎么不记得我？完全没有哎，我怎么不记得我？我到底怎么记？我狐狸吗？上色很难上、啊。哎、欸，我讲讲，那两点其实是要耳朵上面的啦。好笑，好用，好用，好用，超用了。火球术，对啊，这很像那个菊草叶。马尔济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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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笨手，你的话好丢脸。马尔济斯，科尔必斯。羊羊羊，我没画到羊啊！我怎么不记得有羊？啊、我画到另外一个羊了。什么啦？这落地了。羚羊，你通灵哦！通灵啊！通灵，太屌了！这是我，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牌子。洛基，很像六角恐龙。老远。哇，好强！环境歪了。洛基的小熊猫变成了六角恐龙。差不多了，难了哦，精彩，没问题，又好笑的。哎、欸，我可能只玩到这边了啊，因为我太晚的话讲，我被我爸投诉。哦，对耶，对啊，而且你们这个又这么嗨，对啊，谢谢大家，不会，感谢感谢，嗯，拜拜。那我们要再玩的，我们可以玩动漫题了、欸，哎，我们可以动漫了。好啊，那动漫本都行啊，看你们最后一轮动漫。好，那我把这瓶先。哪边的动漫？哪边的动漫？就动漫好了。啊、动漫搞不好有没看过哎、欸。啊，一样画葫芦啊。哦。动漫哦。好，我想好了。变僵尸松鼠，我记得有个卡通是动漫，是僵尸松鼠哦，我记得有，好像是一个美式卡通，我忘记了。你是说快乐树朋友吗？对，刚刚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快乐树朋友。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怀念了，靠腰。哦，那我看看久会很不舒服。动漫，动漫哦，要别忘也有。我想看、哦，大家观众可以想一下，动漫有什么动漫呢、啊？啊，突然想不起来。我现在看 Netflix 最近有什么比较红的？我要直接出就是什么七月新番，我直接找很旧的耶。沙小动漫哦，我看一下，我找到，我找到，我找到老鼠，老鼠哦，动漫他哦，动漫的角色都可以吗？还是就动漫名？动漫角色你要画啊？哦，我要画是不是？哦，那我们出简单一点，直接要改，不然又不要考人。我想想看。慢老鼠，上当，上当了。好了，我想到了。好，那我要开始咯。好，都 OK 了吗？好，一样画葫芦动漫题。OK OK， 那就快乐树朋友没问题。直接快乐树朋友了。好小、哦。好难画。嗯，我想想。哎呦，拔掉了。看一下哦。答对了，答对了，你们答对了，你们好聪明，你们好棒哦！啊，这样我观众什么时候才知道我画什么东西？哎呀，绘图板又失灵啦！啊，你要鼠绘了吗？没有啦，不听话了，打他一下，好烦哦。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小当家，你们猜错了。哎、欸，完成。啊，不会太快了。你不是再想一下吗？一样画葫芦哦，很赞。不是，你等下会死。你再想一下吗？可以啦，这一看就知道了。你不搞死别人，别人也会搞死你。我再讲一下。哎、欸、哎、欸，我很懂，有人知道我在画什么了。我觉得不错啦。我再想一下，我再想一下好了。对，觉得他其实只是想吃麻油鸡了。我觉得没有，怎么他应该只是想吃麻油鸡，他不想画了。噔噔噔噔噔。你是画钢链？没有，不是，我只是在恨钢链。你是钢链？哎，我恨四个字都听得出来。钢链喽，也蛮屌的。他是钢链啦，他是钢链。我只恨出几个音，直接五十，你都听得出来，很棒哦。画蛇添足了，我在画蛇添足。画蛇添足鼠车车。我现在涂掉，马上画这个。画蛇添。你太慢了吧！天竺鼠车是什么东西？我常常会累个。等一下，我在想要怎么画。所以说，这是我画最好的。哇！哇塞，天竺鼠车感觉很好画哎。画蛇天竺鼠车车是天竺鼠车车在画一只蛇吗？我就是下面天主车车啊！啊，你们看不懂，蒙打的。好，我去看。你去看他台了。欸，它有颜色吗？完了，这不会可以吧？有了有了，我的观众看懂我在画什么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不会画就是眼睛了，你怎么那么难？可以了可以了，我画好了我画好了，我觉得我画的不错啊，画的也不错嘞，都急眼了。靠腰，怎么了？没事，我最后再跟你们讲。怎么叫我老？我哪有老？我画这个不会很老吧？这个蛮老的，是胖了有一点。我等一下来修，你先快点修。你真的看到我画的题目，就知道我画什么了。我觉得我画这个还蛮像的啊，虽然会透露年纪就是了，没关系啊，你年纪蛮大的，我知道。他画成恐怖片了，再加下去的话，对我又画的蛮可怕的。我相信等一下一定有人知道我在画什么。你要画鬼修女哦？那上次玩过了，上次喵哈才画过。哇塞！太难了。你画成这样，我要怎么办？你好像搞死我是不是？阿燕、欸，搞不好是深深啊，不一定不是，不一定是我。画很简单的。还好我不是他下家。完蛋了！我已经在这个画电话游戏画这只至少画三次哎。我完全不知道这招怎么画哎、欸，叫什么系统？手滑掉，我刚刚看的那个印象，这样一关掉，我就想不起来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东西。这是奶油画的吧？我猜，这应该是奶油画。他画这么简单，又是树枝人，应该就是他。啊，或拿铁，树枝人。不是不是，我没有画树枝人，不是我。那就是拿铁，那就是拿铁，我画好了。就知道，我画好了。什么？拿这个，而且我画的蛮精细的。我画的很精细，真的不是因为我想要吃。不对不对不对，他是蓝色鼻子。你是说乔巴吗？完蛋了，我就画到另外一个角色了。真不知道是谁。蓝色鼻子，我第一个想到也是乔巴。不一定啊。
算了，我放弃了，就这样了啊。快了吧？哦，对，那个是粉红色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粉红色又有蓝色鼻子，那应该是乔巴了。我也觉得是乔巴。我也觉得是乔巴。那我修一下。哇，是谁？哇，这个会不会太难？不要给我这个，我没看过这部作品，但是我应该知道这个。要查一下图片。哇，哑巴，不行，我觉得我是谁？怎么在画帽子？多好不提这个的，怎么会给这个东西？我知道你在画什么了。我也知道你在画什么，那个东西我在这电绘游戏已经画三次，该不会是那个吧？对，就繁星你画过的那一个。哇，快了吧？太快了吧？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要没时间了。啊！干啊！天哪！是谁？等下这感觉深深画了，我不知道画谁。哎呦，我按到。为什么大家都讲我？全部都怪森森，我觉得是森森了。地雷，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蓝鼻子，好了，猜猜看是不是？谁是花乔巴了？好了，蓝鼻子，眼睛脱窗。OK，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是看着，我不知道这是谁，是谁？什么东西？这是谁？他们双胞胎，我要画谁？这是什么？他们双胞胎，这也太惨了。画时间不够图。我猜是这个。啊，哑巴哑巴，时间快到了。蓝鼻子，搓什么通灵啊？元素太少了啦！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三小，刚刚旁边是不是有个东西？是爱心吗？我忘记了，我画一团东西好了。不是，我连Google都来不及结束了。后面没办法 Google 啦，后面没时间 Google 了，直接啊，太难了，超难了，精彩来了，精彩喽，精彩喽，就是喵哈在搞我，我没有看到这个人啊，喵哈，啊，原来是这个，哎呦哎，哦，我有哎，那大概到第四个了，回到这里。原来是翅膀，没有肩膀的那个。原来是苹果，肩膀的毛。哎，怎么是个脸？没时间啊，时间真的不够啦。这是那个吗？金马列、啊、兄弟，我没猜错，但是我画的不好。不是繁星黑色，我不知道用谁。哦，繁星，你没有画颜色啊，繁星。哎，我跟你讲哦，我通灵到，可是我画到另外一只。那谁啊？你通灵哎！你画到小豪了。小豪头发翘起来。哎，你看我上一招，你看我上一招可以通灵到。他通灵已经很厉害了。眼睛戴上去了，是不是？对。眼睛戴上了。笑死。我没画到哎。是你画的拿铁。笑死。怎么可能没画到？这是明哥吧？为什么这可以歪？这个我到底是来不及了。啊，我知道了。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了。哈哈哈哈哈！小，智商小，怎么通啊？这怎么通？通不到啊！你知道我以为是，我以为是那个呢，贪吃鬼巧那个太妃。哦，完全不知道，原来太妃。太冷门了吧？啊！哦，这个我怎么没印象？他谁啊？我很抱歉，回到这里，我没有画到啊。Love Live 的，回到这里 ，Love Live 的角色，我没看，我没有画到这只啊。他要画葫芦，你就要混这边开始的了。哎呀，拿不到，我干嘛是谁？无脸男的，为什么？无脸男，
放了个黑羽超像的。哇，哎、欸，我们两个很棒，奶油。我脸男。笑死。我们两个超棒。哦，你讲。我到这。哇哇哇哇！哇哇我真的说这已经出现三次了。加至三桥。我来不及呀、啊。哎、欸，把心痛回去了。可爱了。我来不及。哇哦。有啦。有感觉。你看。拿铁，我就问拿铁，我问这三角，我就问拿铁，我就问脸容易方形的、啊，笑死，好可爱、啊，歪了吧？好可爱哦，没歪。哎，我有救回来。哎、欸，这两年后，糟糕， yeah. 我怕你没钱，因为奶油配色用错，这是我。你在狡辩，正确，没事，我画的好。他大小眼哎、欸，黑羽，我瞧把眼神空洞，他退化了。注意帽子回来了。哇耶！厉害厉害厉害，帽子竟然还回来，笑死笑死，帽子没歪。大家辛苦啦！哎，辛苦啦，好累哦。真的，我觉得好酸哦。今天的动画太好笑了。把小火龙戳死！哦，那小火龙戳死很经典哎、欸。等一下，我先切回 DC， 我看到我 DC 还是看到小火龙戳死，我快笑死了。我还是觉得小火龙戳死这张最经典的，这个真的很棒。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好啦，今天就到这边休息吧。休息。拜拜。拿铁 DC DC。啊？好啦，今天就到这啦，因为一直都有人有忙，所以提早结束，不然还会开到11点。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然后也帮我去隔壁台帮他点个订阅，因为他八月要上班了，很可怜。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我们隔壁台见，拜拜。我要去隔壁台乱了。